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首先，我们请柯委员致恩。主席及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非洲猪瘟今年八月在中国大陆爆发，但是到了今天，随着疫情的加剧，这个病毒已经濒临城下。我们的政府对于疫区食品的一个闯关，目前好像只剩下重罚这一招。由于教育宣导起步比较慢，以至于违法携带猪肉品入关的情况到目前仍然层出不穷。我们有很多的旅客都不知道自行申报是可以免于受罚的，所以导致呢我们在机场的厕所内有很多猪肉制品的存留，所以造成很多人民人心惶惶，不禁让人家质疑，到底疫情爆发到现在，我们的政府单位之前之后做的哪一些的事情。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在9月5号的时候呢，就已经在曼谷召开了国际性的大型的会议，提醒大家如何来因应非洲猪瘟疫情的一个蔓延。但是呢，今年9月初，我们的畜牧业还有我们的防检单位都提出了紧急的警告，但是呢，显然我们的行政相关单位，特别是农委会，到底是在忙些什么？是否在选举的时候呢，忙着比对吴怡宁跟韩国瑜到底谁北农做的比较好，或者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其他的一些应变的个方式，我们必须要去说，这样的应变措施真的是太慢了。而陆委会的反应呢，更是令人啼笑皆非。陈明通主委说，政府已经3次发函这个大陆，希望呢陆方能够协助通报相关的一个情况，更希望能够派出交流团到对岸去相关的一个防疫的细节。结果陆方基于政治的考量，已读不回。在此，我们要强烈的呼吁中国大陆，基于人道的考量，势必要两岸共同对于所谓的猪瘟的问题来研拟一套真正的一个政策。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状况？看看过去政府在两岸关系的经营上，不是凡事都是用政治考量吗？我想陆方已读不回已经不是头一遭了，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自从我们的蔡政府上台之后，看似对方对于释出的一个善意，但是呢仍然是用所谓的意识形态来做一个挂帅。目前呢，两岸不仅热线断线，而且简讯跟传真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联系，换来一则又一则的已读不回。不论是 M503 的事件，两岸以对抗来代替对话，我想国台办绕过在花莲事件当中绕过的陆委会，直接跟花莲县政府来做个联系，就是再再的显示两岸极度的不信任。我们还是强调的要求，目前来说猪瘟的疫情非常非常的蔓延，虽然我们对于很多事件提出了一些的方式，但是呢包括外籍航空还有大陆的航空都不顾我们的要求，也不愿意在机上做一些防止。谢谢柯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议华。主席还有各位同仁，非洲猪瘟疫情持续的延烧。行政院农委会防检局至今已经验出6例非洲猪瘟的病毒。虽然非洲猪瘟不会传染人类，但经过行政院农委会资料统计，如果有疫情而且蔓延，全台相关产业出估损失将高达新台币2000亿元，影响甚大。刚才也有委员提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在9月5号就召开紧急会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也早就出面示警。但是我们的行政院却到3天前，也这就是12月18日，才组成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可见蔡政府落后国际防疫情势，轻忽非洲猪瘟的影响。如果不幸台湾成为疫区，可能要35年、40年都
解除不了，所以真的要非常重视这个议题的严重性。另外，但是我们看到政府的防疫作业上也屡传漏洞，首先是因为两岸关系冷冻，双方缺乏互信，沟通管道全数停摆，导致无法掌握对岸第一手的疫情资讯。再者，更传出多起的防疫上的缺失，例如网购附赠的肉品零食顺利入境，外籍航空无法配合宣导，来往两岸班机的飞机餐所使用的猪肉安全疑虑，甚至病毒是否会透过厨余传播导致防疫破功等，都显见政府在防疫作业上有待加强。从其他国家造成疫情的原因来看，有关厨余养猪是否会成为防疫的漏洞，行政院必须要说清楚或确定如何把关。虽然农委会有提到，在我们的2045个厨余养猪场已经盘点了1146个厨余场，但是其中我们也确实查到有不合格的状况。那虽然到12月底会盘查完毕，但是重点不是只是盘查，而是到底要如何来把关，有关厨余稽查的把关人力到底够不够，以及呢，有关于现在没有办法高温烹煮的这些厨余场，到底要如何来做？是要必须要改成来喂饲料，而不能有缓冲期，或是要补助升级蒸煮设备，或是要大型猪场来辅导小场等等，都还看不出我们农委会有明确的做法。而且有提到最坏状况，万一有疫情要停止厨余养猪，这对业者对环境冲击，到底我们政府有拿出什么样的配套措施，都必须要提早让大家知道，才有办法来因应。非洲猪瘟在世界各国已有先例，想禁绝非洲猪瘟，光是靠机场港口检疫是不够的，呼吁政府应把防疫形同作战，借鉴其他国家成功抗疫过程，规划各种配套措施，也应赶紧想办法。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移民。好，院长、各委员，大家早。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拒绝核实防疫猪瘟病毒的传播。反核实公投在9合1选举得到779万余票的赞成票后，台湾将维持禁止日本福岛与周遭4县市的食品的进口。日方扬言要向 WTO 提告。这项发展将为两国的关系掀起波澜。卫福部长陈时中断言，日本若向 WTO 提出申诉，由于科学性的证据不足，台湾注定会败诉。本席持不一样的看法，但我国跟南韩的情况是不同的。南韩禁止福岛8县的水产品进口问题曾遭日本提告， WTO 后来裁定南韩败诉，要求解决进口的禁令。事实上，南韩在今年4月提出上诉， WTO 到现在还没有做出裁决，结局仍是未知数。南韩的禁令只是行政命令，而我国的反核实已经是透过全民公投确认的全国民意，具有更高的法律位阶与更强的民意基础，这将更有利于我国向 WTO 提出反驳。本席呼吁喜欢强调对等与尊严的民进党，用严肃的态度来面对台日的关系，而非一再的让步讨好，最后受苦受难的还是我们全体的国民。至于非洲猪瘟的问题呢，因为国际的疫情蔓延，联合国农粮组织 UNFAO 早于9月5日就召集了紧急的会议，世界动物的卫生组织 OIE 也表示，非洲猪瘟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性的疾病，这个病毒目前仍然无药可医，而且也没有疫苗可用，一旦染上，将对国家的安全与国人的健康、食安的议题造成无法弥补的灾害。反观我国行政院，
一直到12月18号才组成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组织。本席觉得这是不足的，在此本席呼吁政府应该拿出过去对抗 SARS 还有流感的这样子的一个魄力，应该要组成跨部会的工作小组，能够一起来积极的处理，并且重视两岸的防疫的疫情，否则一旦爆发将不可收拾。而非洲的疫情呢，乃至农粮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此呼吁呢，我们的执政党要严肃以对，全民共同防疫对抗猪瘟病毒的这个传染。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孔委员温吉。主席、各委员，大家早。大陆海协会前会长陈一宁先生于昨天赴海基会吊唁已故的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先生。根据陈一宁书面声明表示，他与江炳坤曾8次协商，签署18项协议，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陈一宁也提到，两人本来下个月要见面，没想到江炳坤先生突然走了。陈一宁以诗人已去，事业长招，8字怀念江炳坤，并表明江炳坤奔走两岸达179次，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史终将铭记江炳坤的贡献，盼江的未尽的事业得以梗系，未了的夙愿能得以完成。陈一宁也提到，江陈两人曾会议南京，筹谋国共领导人首次会见，开启国共两党关系改善的先声。两人曾相会于北京，在92共识基础上重启中断已久的协商谈判，为了推进两岸交流合作机制化恪尽心力。两人曾会于台北开辟两岸制度化协商新局，让两岸同胞的夙愿已久的直接双向三通变为现实。江炳坤先生是曾担任过国贸局局长、经济部长、经建会主委、立法院的副院长、国民党的副主席、海基会的董事长。他可以说对台湾的经济贡献、对于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和平发展贡献甚伟，可说功在两岸。本席认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一条有利于两岸同胞、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煌煌正道，也终将铭记江炳坤先生和那些为两岸关系改善发展做出贡献的台湾有识之士，深盼江炳坤未尽的事业能够得以梗系。但是反观我们台湾执政当局狭隘的政治思维，陈一宁此次赴台吊唁已故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原想顺道拜会同为好友的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但是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却直指两岸之间没有私交，只有公谊。陈一宁此趟是以海协会前会长身份来台，政府这一次是以代表双方政府来看待，呼吁陈一宁此行应该单纯化，不宜横生枝节。因此陈一宁方面不得不删除拜会连战的行程。本席认为，陈一宁和连战两人是老友，而且都是卸下了公职且不能碰面，这个是台湾民主的笑话吧。陆委会的算计摆明就是只能吊唁死人，不能拜会，不能拜访活人。这种政治算计不但伤害两岸交流，也伤害台湾的民主自由。谢谢孔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德虎。苏院长还有与会各位同仁，我想促转会啊，东厂的心态到目前为止都未改变。因为促转会黄文雄主委辞职以后，政务主委出缺啊已经相当时日，那行政院啊迟迟不把人补齐，莫非自知这个东厂致命的机构已经这个无力回天，因此要等他自己慢慢萎缩衰亡。但促转会目前的运作
却非如此。尽管群龙无首，现存的委员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作为月花肆无忌惮。当立法院还在质疑促转会人事案迟迟没有补提名，却被行政院丢在一边，完全不予理会，傲慢之情完全无惧九合一选举结果，看来根本不把民意放在眼里。那目前呢、这个主委代主委也是不合法的主委杨醉啊，更大大的以夹娃娃机可征助硬币，唯有要求面额1元、5元，还有旧版的10元呐、蒋介石肖像及钞票200元的国币，为转型正义改版去蒋，并且撤三军一队，拆除这个蒋公铜像，也拟正式行文给中央银行询问改版事宜，移除威权象征。遥想当年，若不是先总统蒋公当年不计代价坚守台湾，哪里还有民主自由可言？促转会走了张天钦，以斗争为目的的东厂，促转会却以更上一层楼，俨然升级为义和团似的这种公开叫嚣，令人不齿。而促转会所谓的解除地景威权，其实就是拆除蒋公的文字游戏与骗术。本席认为，国家首要的就是要重经济。民进党花大钱要用300亿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去做去蒋化的意识形态，以他们自认为转型正义。看来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进党与促转会还是没有学到教训，更没有把人民放在眼里。我认为像这些问题真的民进党要好好的去思考哦，因为毕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那为什么这次整个九合一选举民进党会这么的惨败？因为很多政策倒行逆施而且用了很多的黑机关，这些黑机关讲实在话都是花人民的血汗钱哦，所以说我们呼吁民进党应该要好好的来拼经济，不要再搞一些政治性。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吴委员致扬。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近年来跟踪骚扰的行为以及它后续衍生出来的社会事件屡见不鲜，已成为各界无法漠视的社会问题。但在我们现在法律的条文中，却只有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有相关的规定，但是这两个呢都不能因应跟踪骚扰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反复持续以及手法多样化的这些特性，难以提供有效而且及时的防治，更遑论将来的预防以及后续的防护与制裁等等。跟踪骚扰不但是个人的尊严与隐私严重受到侵犯，国内外的研究更显示，跟踪骚扰可能带来致命的一个危险，对被害人与周遭亲友的这个身心生活以及工作各方面都会造成极大的困扰跟恐惧。因此本席在105年6月在立法院举办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修法公听会，并率先提出跟踪骚扰防治法的草案。回顾这2年多来本席推动跟踪骚扰防治法的历程，从咨询相关的赋权机构、国事论坛的发言、提出法案、召开公听会、记者会、多次的质询以及多次参与协商等等，所幸各朝野党派立委都全力支持，2年来的努力终于让政府听见了，终于让朝野能够认同。在上个礼拜，在内政委员会的这个协商里面，已经顺利完成。所以本席今天要向我们各位委员来呼吁，因为不论联合国、欧盟、美国或加拿大等等，只要是提到
性别暴力或人身的安全，一定都会把跟踪骚扰的防治包括在内。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就跟踪骚扰的问题采取积极的回应，并制定相关的法规，所以在这一点呢，台湾已经落后了20年，所以不应该再等下去了。我们会期即将届至，所以我呼吁我们朝野共同来支持这项法案，在本会期三读通过以后，让受跟踪骚扰的之苦的民众能够过个好年，不要再受身心的煎熬。那我们立法院这个也算是一个重大的民生关心的法案，希望能够顺利的通过，恳请各位能够支持，谢谢。谢谢吴委员。最后一位请黄委员招顺。主席，各位同仁，我想今天本席站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呼吁教育部长叶部长放手吧，不要沦为政治打手，放手吧，不要沦为政治打手。我想这个礼拜18号在台大发生的一件闹剧，也就是我们以前的行政院长江宜桦院长回到母校去做演讲，不过就在演讲开始没有多久，忽然一群学生就冲入场内闹场，同时不断地高喊院长下令警察打人。后来江院长就被迫中断演讲离开。本席要问的是，台湾最高学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已经成为民进党培养校园立卫兵势力的大本营吗？发生学校闹场的事件真的是令人难过，不仅破坏了师生的伦常，同时显示出一件事，就是大学自治跟学校学术自由在政府执意的把管之后已经荡然无存。台大已经有11个月没有校长，同样在18号那一天，台大自主联盟师生到教育部提出声明，递交申请全世界没有校长最长的学校的破金氏世界纪录。我想这件事是凸显了我们政府在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是多么的荒谬，多么的可耻。而且那些沦为把管案的所有政治打手，你们不应该回去反省吗？尤其是监察院已经在本月的13号提出纠正案，明白指出教育部已经逾越了宪法司法性监督的范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把管案在整个的过程是荒谬的，是无耻的，是违宪的。同时，在18号又发生校园这么荒谬的事情当中，我们想请问，民进党的政府到底政治目的刻意追杀管中闵？最后牺牲的全体台大师生的权益，同时又破坏了独立大学的自主精神，这样是值得的吗？所以本席再一次的呼吁，我们的教育部长叶部长能不能够在最后的时间放手？虽然台大目前有11个月没有校长，我们能不能够不要超过1年的时间，还给台大人一个公道，还给大学自主，让人民做主。谢谢。谢谢黄委员。登记国事论坛花园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
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60人，已足法定人数。请林秘书长宣读第六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六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12月14日上午9时至9时13分，10时1分至11时27分，12月18日上午9时1分至11时16分，下午20时30分至5时43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105人，请教委员、西委员淑华等5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吉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9届第六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26案、第28案、第29案、第33案至259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27案、第32案均决定，进覆二读，并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第30案、第31案均决定，进覆二读，并以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第260案至261案为内政委员会等所提之报告案，第262案至264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行政院答复部分一件。讨论事项，第1案、第3案至第7案经决议修正通过，第2案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处理，第8案决议照审查报告通过。同意前之行使事项决议，魏信芳、蔡文珍、谢志言均同意为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其他事项：一、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4案，均不予通过；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1案，予以通过。二、107年12月18日朝野协商结论共3项。三、民进党党团提议延长开会时间，并不处理临时提案，已通过。宣读完毕。发言会针对第六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六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第二案，本院委员管面临的16人拟具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予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陈赖素美的22人拟具期货交易法第3条及第11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的20人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4条及第64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予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的20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2条、第24条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的30人拟具政府资讯公开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的20人拟具国家赔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的20人拟具决算法第23条及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18人拟具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予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肖美琴的16人拟具国家运输安全调查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一案，本院委员周顺米的25人拟具刑事补偿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二案，本院委员苏振清的18人拟具著作权法第87条及第9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予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议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苏振兴等十七人拟具《监察法》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四案，本院委员苏振兴等十九人拟具《社会救助法》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苏振兴等十七人拟具《就业保险法》第三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十六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五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十六人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五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十七人拟具《军事审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二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拟具《强迫入学条例》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拟具《无线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十六人拟具《行政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七人拟具《国家雇佣员法》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七人拟具《能源管理法》第八条之一及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七人拟具《国民体育法》增订第三十八条之一及第三十八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陈怡杰等十八人拟具《新市镇开发条例》第二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陈怡杰等十九人拟具《当铺业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陈怡杰等十九人拟具《保存业法》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陈怡杰等十八人拟具《票据法》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案，本院委员陈怡杰等十八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十九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二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十八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七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八人拟具《保险法》第一百零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七人拟具《职业安全卫生法》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七人拟具《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邱泰源等十六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二十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蔡培慧等十八人拟具《私立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二十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十四条及第六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九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十九人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十一条及第五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案，本
本院委员陈明文等十八人凝聚国有财政法第四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一案，本院委员施一方等十九人凝聚冷冻空调业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四十一案，民进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二案，本院委员吴坤宇等十七人拟具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条及第五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三案，本院委员陈淑月等十九人拟具电信管理法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四案，本院委员陈淑月等二十一人拟具《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五案，本院委员江乃馨等十八人拟具《科技部组织法》第二条及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六案，本院委员江乃馨等十八人拟具《科技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组织法》名称第一条及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七案，本院委员江乃馨等十八人拟具《科技部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组织法》名称第一条及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八案，本院委员江乃馨等十八人拟具《科技部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组织法》名称第一条及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九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二十四人拟废止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四十九案，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案，本院委员廖国栋等十六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四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一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增订第九十三条至四条文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及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三案，司法院函请审议《行政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四案，司法院函请审议《行政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四十五条第十四条至五条文草案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五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处罚公约及其任责议定书施行法草案，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处罚公约及其任责议定书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将外交及国防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六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所得税法第十四条及第一百二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将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业法第九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案，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会审查。第五十七案，国民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八案，法务部函送该部一百零七年第三季中央政府预算补助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及个人之补助经费概况表，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好，第五十七案。进户二读之后，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第五十八案，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九案，法务部函为各级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团体绩效评比办法名称修正为各级检察署及检察分署团体绩效评比办法，并修正条文。陈勋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
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案，法务部改为修正检察官遴选委员会顺势及审查办法第三条及第四条条文，程序委会建立及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一案，法务部改为修正遴选检察官职前研习办法，程序委会建立及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二案，法务部改为律师办理防治洗钱确认身份保存交易记录及申报可疑交易作业办法，名称修正为律师办理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本作业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三案，法务部还会修正法院是继续交易实施办法第四条及第七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四案，法务部还会修正检察官进修考察办法第二十四条及第二十五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五案，考试院还会修正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施行细则第十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六案，考试院还会修正公务人员特殊考试、外交理事人员及外交行政人员考试规则第三条附表一及附表二，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七案，考试院还会修正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律师考试规则第十条及第十四条条文等九项法规，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八案，监察院还会修正《稽查法》施行细则第十一条及第十四条及第十六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九案，监察院还会修正《稽查法》施行细则第二十三条及第二十四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案，行政院函送甘愿107年的第三季政策宣导广告执行情形，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内政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一案，行政院还会修正消费者保护官任用及执掌办法第二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二案，行政院还会修正海岸巡防机关人员司法警察专长训练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内政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三案，行政院还会修正行政院及所属各级机关精简人员优惠退离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四案，行政院还为中华民国107年六月六日制定公布之《自动安全管理法》及10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订定发布之《自动安全管理法施行细则》等六项法规，定自108年一月一日施行。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五案，行政院还会修正行政院与所属中央及地方各机关庇护人员给教办法第三条及第四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六案，劳动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机关107年度第三季补助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之补捐助经费案件资讯，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七案，劳动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机关共107年第三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八案，劳动部还会修正劳工保险职业灾害保险适用行业别及费率表，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九案，劳动部还会修正危险性化学品标示及通识规则部分条文及第十二条附表四，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案，劳动部还会修正技术师技能检定规费收费标准第五条、第六九条及第六条附表，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一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送学中叶离子检测方法离子增析法 NIEW415.54B， 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为废止学中叶离子检测方法离子增析法 NIEW415.53B， 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三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送水土壤中重金属检测方法王水消化法 NIEAS3
321.6B 程序委员会议拟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4人行经卫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土壤中重金属检测方法黄水消化法 NIES 321.64B 程序委员会议拟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中可氯氮检测方法气象层星仪电子捕捉侦测器法 NIEW660.51B 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8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水中可氯氮检测方法气象层星仪电子捕捉侦测器法 NIEAW660.50B 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8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土壤中重金属检测方法微波辅助网水消化法 NIES 301.61B 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88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土壤中重金属检测方法微波辅助网水消化法 NIES 301.60B 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中化学蓄氧量检测方法中个酸钾回流法 NIEAW515A 程序委员会议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水中化学蓄氧量检测方法中个酸钾回流法 NIEAW515.54A 程序委员会议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1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中化学蓄氧量检测方法密闭式重铬酸钾回流法 NIEAW517.53B 程序委员会议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水中化学蓄氧量检测方法密闭式重铬酸钾回流法 NIEAW517.52B 程序委员会议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加油器加油管线压力衰竭泄漏检测方法NIEA209.72B 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加油站油气管线压力衰减泄漏检测方法 NIEA209.71B 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中无氯氰苯检测方法气象层星仪电子捕捉侦测器法 NIEAW783.51B 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水中无氯硝苯检测方法气象层星仪电子捕捉侦测器法 NIEAW783.50B 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温室补助温室气体减量管理及气候变迁调试研究发展计划作业办法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8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纠正以网络传输方式申报废弃物之产出、储存、清除、处理再利用、输出及输入情形之事业，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修正因减去事业废弃物清理计划处置事业，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修正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所主管灾害紧急应变警报讯号之种类内容样式方法及其发布时机，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1案卫生福利部函送米中无寄生之检验方法，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6案卫生福利部函送食品中海洋生物毒素之检验方法，安代罗旋酸被毒之检验，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3案卫生福利部函未修正食品中毒牛羊残留量检验方法，消肌肤难代谢物质检验，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4案卫生福利部函送食品中总配糖生物检
检准检验方法，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由议无议通过。第105案，卫生福利部海外修正食品中动物用药残留量检验方法离子型抗球虫药之检验，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6案，卫生福利部海外废止食品中残留农药检验方法杀菌剂二硫代氨基甲酸盐剂之检验三，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7案，卫生福利部海外修正食品中残留农药检验方法杀菌剂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之检验二，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8案，卫生福利部海外废止食品中残留农药检验方法杀虫剂因灭烃之检验等八篇检验方法，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9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原料粪肠球菌 Enterococcus Fecalis 及屎肠球菌 Enterococcus Faecium 的之使用限制，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医院设立或扩充许可办法，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资源缺乏地区应具备之条件，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医疗事业废弃物再利用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3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奖励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发展中文开户人存款办法，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4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投保金额分级表，程序委会建立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5案，卫生福利部函送政府接受捐赠用于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中分配办法，程序委会建立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6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医疗财团法人病理发展基金会107年用人费分析报告，程序委会建立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7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医疗财团法人病理发展基金会超时工作检讨报告改善说明，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8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医疗财团法人病理发展基金会107年度人事费其他用人费预算分析报告，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9案，卫生福利部函送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强化建制灾害防救公投平台项目预算执行率书面报告，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0案，经济部函送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第二期成效检讨报告及截至106年底执行情形及绩效报告等报告书，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1案，经济部函送公告国营事业编列研究发展支出占总预算比例，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2案，经济部函送电子游戏机及电子游戏场管理办法，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3案，经济部函为修正产业创新条例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4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商业会计学理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5案，经济部函为修正产业园区闲置土地认定与辅导使用及强制拍卖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6案，经济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农会与会信用部
禁止赠风险性资产比率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及第五条附表一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20新案新增农业委员会函为福建省金门县偶蹄类动物及其产品禁止输往台湾本岛及其他离岛，名称修正为金门地区偶蹄类动物及其产品禁止输往台湾本岛及其他离岛，并修正第三点。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28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地方行政机关组织准则第16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29案内政部函为修正风灾、重灾、火灾、爆炸、火山灾害前述资料公开办法第二条及第三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30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外国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办法第22条及第22条之一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30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申请入国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第18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30案科技部函为修正园区事业投资计划管理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33案科技部函为科学工业园区管理费收取办法，名称修正为科学园区管理费收取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34案科技部函为科技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消防队设置办法，名称修正为科技部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消防队设置办法，并修正第一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30案科技部函为科技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清洁队设置办法，名称修正为科技部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清洁队设置办法，并修正第一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36案科技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科学工业园区废弃物共同清除处理机构管理办法，名称修正为科学园区废弃物共同清除处理机构管理办法，并修正第一条及第二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37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保险业申请投资保险相关事业管理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38案外交部函送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与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与台日年轻研究者共同研究事业实施备忘录，及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与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与台日年轻研究者共同研究事业实施相关补充事项中文本及日文本一本，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39案国防部函为修正陆海空军军官士官考绩绩等级奖金标准第四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议未通过？第140案国军特殊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废止行政院国军特殊官兵辅导委员会荣营工程事业管理处组织规程，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外法之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未通过？发言会第141案至第192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166案、188案、192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146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除以上提案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外，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141案至第192案为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岁数第二款第三项决议就书面报告，法务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原乡原住民毒品问题跨部会解决方案书面报告，减送第十款第一项决议时如何强化与卫生福利部合作关系提升医疗院所之回诊率与疗程留置率报告，减送最高检察署预算通过决议报告，解送第十二款第五项决议时议司法少年制职业训练课程应重新规划报告，解送该部决议26所提出报告，解送岁数第十二款第一项决议九、十四、十九、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三十一新增决议四等按书面报告，监察院号约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岁数第六款第一项决议十二书面报告，十三检讨报告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书面报告，
司法院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检送防治媒体过度揭露个案隐私书面报告，交通部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检送公路总局新增决议13，检讨科技时代下民众搭车习惯改变书面报告。检送该部新增决议33，各项违办计划迫切性或整合办理之可行性书面报告。检送该部新增通过决议28违办义务检讨报告。检送观光局新增决议7改善华东地区观光一体设施书面报告。检送公路总局决议52书面报告。卫生福利部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检送社会及家庭署针对中正儿童家长开办照顾服务员训练等之说明。检送社会及家庭署增订儿少安置机构不定期访查及强化院生通报申诉机制书面报告，检送国家癌症防治策略、肺癌、乳癌及大肠癌防治书面报告，检送据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规定修正列于优先检视清单之法规与行政措施之办理情形，检送程序推动国人养成规律运动之习惯相关措施之书面报告，检送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发展计划相关书面报告2份。文化部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检送该部及所属单位决议38书面报告，检送该部及所属单位第二项决议6书面报告，检送该部决议22书面报告，检送第21款第一项决议54、69、71办理情形书面报告，检送文化平权书面评估报告，检送该部决议30、23书面报告，检送该部决议31未来博物馆文物图像数位化与公共化授权之规划书面报告，教育部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检送弱势学生入学保障及助学辅助措施报告，检送提升国中学生学习品质降低国中会考析等级报告，检送一般行政推展一般教育及编译文教书刊预算增列说明书面报告，检送学生签证助理权益保障办理情形报告，检送改善我国大专校院生士比偏高机制报告，检送强化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与教学品质报告，原住民族委员会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检送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书面报告，内政部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检送移民署改善国境人流管理书面报告最新办理情形，检送移民署自动查验通关系统注册比率有待加强书面报告最新办理情形，检送移民署自动查验通关系统使用率过低人力及交班费不减反增书面报告最新办理情形，国防部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检送全民国防教育执行成效及精进做法书面报告，检送国需107年度军事投资执行概况表，检送中正预校配合政府办理百万屋顶招标案书面报告，财政部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检送印刷厂2007年度红利缴户预估报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检送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相关法规调实施检讨报告，经济部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检送中国大陆物品专案核准输入及追踪查核机制，以上个案宣读完毕。发言会第193案及第194案一并宣读，宣读后均议备查。第193案及第194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赖委员是否将会南新等所提临时停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徐委员淑华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16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管委员毕林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16件，宣读完毕。发言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8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六会及第14次院会建行变更议程，该列讨论事项第一案内容上，行政院函请应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18人拟具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17人拟具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本院委员徐世杰等18人拟具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本院委员张六万健等18人拟具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国家语言平等
等发展法草案案，本院委员吴思瑶等三十一人拟具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案等请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按铃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好，请问各位委员，大家都有拿到表决卡？好，没有问题，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反对。表决结果，出席70人，赞成3人，反对63人，弃权4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六会期第14次院会进行变更议程，增列讨论事项第二案内容如下：行政院函请准应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郑丽君的35人领具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陈立飞的23人，委员苏志芬的18人分别领具集会游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的20人，委员陈明文等21人分别拟废止集会游行法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林委员代话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69人，赞成3人，反对3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反对六十三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六会期第14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讨论事项第三案内容如下：一、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姚文智等20人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吕孙林等18人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增订第22条之一条文草案，委员刘世芳等16人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罗志胜等20人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明文等18人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第26条条文修正草案等6案；二、时代力量党团领具《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第33条及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3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六会及第14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整理的讨论事项第四案内容如下：行政院函请审议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陈莹等16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5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20人拟具医疗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等四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3人，反对63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六会及第14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整理的讨论事项第5案内容如下：民进党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张令万健等19人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3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6会及第14次院会建请并更议程，增列讨论事项第6案内容，如下：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孔文吉等19人，委员周顺敏的21人，分别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的24人拟具矿业法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17人，委员郑天才等17人，分别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向美琴等23人拟具矿业法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委员苏振兴等25人，委员陈廷飞等17人分别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莹等23人拟具矿业法增订第6条之1及第72条之1条文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委员尤美女等17人拟具矿业法修正草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3人，反对63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7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6会及第14次院会，李清祥委员、徐永明等17人拟具海关进口税则名称第87章增注20及增注21修正草案，自财政委员会抽出净负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3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8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六会及第十四次院会，拟请将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国定假日法草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进覆额度，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3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六会及第十四次会议议事日程讨论事项建请变更议程，列案顺序如下表55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无异，本案照案通过。报院会，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2案，增列消防法、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列为本次院会讨论事项第1案及第2案。因方才院会通过之变更议程提议，已将上述2案列为第14案及第15案。所以国民党党团提议就不予处理。报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1案：中华民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请宣读审查报告。本月财政委员会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以分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员会审查。附交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外交部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等机关陆续函送至108年度单位预算刊物表，函请各相关委员会并案处理，并由各委员会之召集委员担任主席，函请各有关机关首长列席说明、答复原质询及提供书面资料。本案经各委员会审查结果，内政、外交及国防、财政、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等委员会，其107年12月13日尚未将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送财政委员会，是未及列入审查总报告外。于经济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已提出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由财政委员会综合整理，并于107年12月17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后，完成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总报告。审查结果如下：一、税入部分审查结果，增列22亿2324万9000元，增应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及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之营业盈余及事业月收入均占照列，自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税入总额照改列为1兆9772亿0241万4千元，自院会审议通过后，再由行政院主计总处依照各款项目分别调整计列。二、税出部分审查结果，共计减列2亿4679万4千元，增应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及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之国库增拨额等均占照列，自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税出总额暂改列为2兆0217亿8284万3千元，自院会审议通过后，再由行政院主计总处依照各款项目分别调整计列。
在融资裁员调度部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融资裁员调度部分，编列债务之偿还835亿元，税入税出差短及债务之偿还，合共上市融资调度数1285亿5047万2000元，全数以举借债务予以弥平均占上列。四、总预算案税入税出审议结果暂行调整。四、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结果，税入税出总额如有差短及经常收支如有不平衡时，送优惠处理。五、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其税其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均占上列，自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六、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出税识别部分，随同税出机关别审查结果予以调整，经济交通两委员会审查结果均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经济委员会由陈兆吉委员超名，交通委员会由林兆吉委员俊宪。陈兆吉委员明文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经济委员会召集委员陈委员超名补充说明，无补充说明，请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林委员进线补充说明，无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依处理预算案之议事程序，按各委员会审查单位逐条宣读后，均暂行保留，视协商后再行处理。各委员会审查结果，经济委员会请宣读。一、税入部分。经济委员会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十项国家发展委员会无列数，第十一项档案管理局正列，第十六项公民交易委员会改列为1亿6890万4000元，第131项经济部一，第132项工业局，第133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第134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第135项智慧财产局，第136项水利署及所属，第137项中小企业署，第138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第139项中央地质调查所，第140项能源局，第158项农业委员会均照列，第159项林务局改列为3249万1000元，第160项水土保持局，第161项农业试验所，第160项林业试验所，第163项水产试验所，第164项畜产试验所，第160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第166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167项茶叶改良场，第168项种苗改良繁殖场均照列，第169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第170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第171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第172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第173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均无列入，第174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照列，第175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无列入，第176项渔业署及所属照列，第177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改列为3026万4000元，第178项农业金融局，第179项农粮署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保留协商，第三款。第三款规费收入第九项国家发展委员会，第十项档案管理局，第107项经济部，第108项工业局，第109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均照列，第110项智慧财产局改列为39亿2580万3000元，第111项水利署及所属，第112项加工出口区管理署及所属，第113项能源局，第129项农业委员会，第130项林务局，第131项水土保持局，第132项农业试验所，第133项林业试验所，第134项水产试验所，第135项家畜卫生试验所，第136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第137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138项茶叶改良场，第139项种苗改良繁殖场，第140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第141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第142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第143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第144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第145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第146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第147项渔业署及所属，第148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第149项农业金融局，第150项农粮署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
第三款规会收入保留协商第四款。第四款财产收入第十一项国家发展委员会第十二项档案管理局第十七项公民交易委员会第一百四十四项经济部第一百四十五项工业局均上列，第一百四十六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管理为16.581万9000元，第一百四十七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第一百四十八项智慧财产局，第一百四十九项税利署及所属，第一百五十项中小企业署，第一百五十一项出口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第一百五十二项中央电子调查所，第一百五十三项农业局，第一百七十项农业委员会，第一百七十三项林务局，第一百七十四项水土保持局，第一百七十五项农业试验所，第一百七十六项林业试验所，第一百七十七项水产试验所，第一百七十八项畜产试验所，第一百七十九项江苏卫生试验所，第一百八十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第一百八十一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一百八十项产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三项种苗改良繁殖场，第一百八十四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五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六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七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八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九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九十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九十项渔业所及所属，第一百九十二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第一百九十三项农业金融局，第一百九十四项农粮署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四款财产收入保留协商第五款。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一项行政院第二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原列五十元，参照列四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水平修订暂行调整。第七项经济部除第一目营业基金盈余缴库及第二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参照列四所属营业基金及非营业特种基金水益确定暂行调整外，增列第三目投资收益第一节投资股息红利，其余均照列，暂改列为61,933万8000元。第九项农业委员会改列为6,1258万6000元。宣读完毕。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保留协商第七款。第七款其他收入第十一项国家发展委员会第十二项档案管理局第十七项公民交易委员会第一百四十四项经济部第一百四十五项工业局第一百四十六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第一百四十七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第一百四十八项智慧财产局第一百四十九项水利署及所属第一百五十项中小企业署第一百五十一项中央地质调查所第一百五十项能源局第一百六十九项农业委员会第一百七十项林务局第一百七十一项水土保持局第一百七十二项农业试验所第一百七十三项林业试验所，第一百七十四项水产试验所，第一百七十五项畜产试验所，第一百七十六项江苏卫生试验所，第一百七十七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第一百七十八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一百七十九项茶叶改良厂，第一百八十项种苗改良繁殖场，第一百八十一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三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四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五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六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七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厂，第一百八十八项渔业署及所属，第一百八十九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均照列，第一百九十项农业金融局无列数，第一百九十一项农粮署及所属照列。宣读完毕。第七款其他收入保留协商二税出部分第二款。二税出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六项国家发展委员会除第十二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占照列四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水益确定暂行调整外，简列第一目一般行政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第二目规划及推动国家发展计划综合业务，第九目健全资讯管理提升应用效率，第十目深化推动政府资通讯应用建设，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9,978万4000元。本项通过决议十八项。第七项档案管理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三项。第十项公民交易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八项。宣读完毕。第二款行政院主管保留协商第十三款。第十三款经济部主管第一项经济部除第十三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占照列四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水益确定暂行调整外，其余均照列，本项提案已按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二十七项。
第二项工业局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九项；第三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照例，本项通过决议六项；第四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改例为24.68亿元，本项通过决议三项；第五项智慧财产局照例，本项通过决议四项；第六项水利署及所属照例，本项通过决议六项；第七项中小企业处照例，本项通过决议四项；第八项加工处及管理处及所属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九项中央地质调查所照例；第十项能源局照例，本项通过决议四项。宣读完毕。第十三款经济部主管保留协商第十八款。第十八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农业委员会除第五目非业特种基金专条列四所属非业特种基金权益确定暂行调整外，简列第一目农业科技研究发展，第二目一般行政，第三目农业管理，其余均条列改列为1038.6359万4000元，本项通过决议29项。第二项林务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1项。第三项水土保持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9项。第四项农业试验所照列，第五项林业试验所改立为7亿2616万6000元，第六项水产试验所，第七项畜产试验所，第八项家畜卫生试验所，第九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第十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第十一项茶叶改良场，第十二项种苗改良防治场，第十三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第十四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第十五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第十六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第十七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第十八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第十九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均照列，第二十项渔业署及所属改列为42.6034万7000元，本项通过决议7项。第二十一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项。第二十二项农业金融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二十三项农粮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5项。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第十八款农业委员会主管保留协商交通委员会依税入部分第二款。交通委员会依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十七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改立为3670万元，第十九项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无列数，第二十项公共工程委员会，第140项交通部均照列，第140项民用航空局改立为758万2000元，第143项中央气象局改立为62万元，第144项观光局及所属，第145项运输研究所，第146项公路总局及所属，第147项铁道局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二款保留协商第三款。第三款规费收入，第十三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照列，第十五项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无列数，第十八项公共工程委员会，第114项交通部均照列，第115项民用航空局改立为2385万3000元，第116项中央气象局改立为2590万7000元，第117项观光局及所属照列，第一百一十八项公路总局及所属改列为44.9536万2000元。第119项铁道局及所属照列。宣读完毕。第三款保留协商第四款。第四款财产收入，第十八项国家通讯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第二十项公共工程委员会，第154项交通部，第155项民用航空局，第156项中央气象局均照列，第157项观光局及所属改列为250万7000元，第158项运输研究所，第159项公路总局及所属，第160项铁道局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四款保留协商第五款。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八项交通部除第一目营业基金盈余缴库，第二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均占照列四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特种基金损益确定暂行调整外，其余均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第五款保留协商第七款。第七款其他收入，第十八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无列数，第二十项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第二十一项观光工程委员会，第153项交通部，第154项民用航空局，第155项中央气象局，第156项观光局及所属，第157项运输研究所，第158项公路总局及所属，第159项铁道局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七款保留协商
税出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二、税出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十三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改列为8,4920,700元，本项通过决议二十项。第十五项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改列为6,143,400,000元，本项通过决议十八项。第十八项公共工程委员会改列为3,8503,000元，本项通过决议三十四项。宣读完毕。第二款保留协商第十四款。第十四款交通部主管第一项交通部除地方部营业基金串照列是所属营业基金审议确定暂行调整外，简列第二目一般行政上下交通统计之业务费中一般事务费，第三目行政业务规划及督导上下行政及航港港务管理之业务费中委办费，第六目道路交通安全项下加强道路交通秩序诊断及行政安全之交通补助费，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12,4794,200元，本项通过决议五十八项。第二项民用航空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八项。第三项中央气象局改列为208,035,400元，本项通过决议二十二项。第四项观光局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三十六项。第五项运输研究所改列为4,1434,300元，本项通过决议十五项。第六项公路总局及所属改列为481,7580,900元，本项通过决议三十六项。第七项铁道局及所属改列为67,6950,100元，本项通过决议十四项。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第十四款保留协商，报院会本案各款预算及决议均暂行保留，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本案做以下决议。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108年度至109年度。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7年11月28日会同内政、外交及国防、经济、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刑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等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审查本案，由财政委员会王兆景委员荣章担任主席，复于107年12月12日及13日举行联席会议，仍由财政委员会王兆景委员荣章担任主席继续审查本案。二次联席会均邀请国家发展委员会资副主任委员徐正等机关所长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原完成审查。本案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财政委员会王兆景委员荣昌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荣昌补充说明。无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依处理预算案之议事成立，主款宣读后均暂行保留，视协商后再行处理。请宣读一税出预算部分通案决议。一税出预算部分通过通案决议四项，宣读完毕。通案决议保留协商第一款。总统府主管第一款总统府主管第一项国史馆改列为7,559,200元，第二项中央研究院改列为7,4150,000元，本项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第一款保留协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一项行政院改列为10,6846,847,500元，第二项国立故宫博物院改列为1,9969,600元，第三项国家发展委员会改列为1,2100,000元，第四项原住民族委员会改列为15,4400,000元，第五项客家委员会及所属照列，第六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改列为7,5449,700元。宣读完毕。第二款保留协商第三款内政部主管第三款内政部主管第一项内政部照列，第二项营建署及所属改列为281,0690,000元，本项提案十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三项警政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四项消防署及所属照列，第五项移民署照列。宣读完毕。
第三款保留协商第四款。第四款财政部主管第一项关务署及所属照例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二项财政资讯中心改列为7亿4752万5000元，宣读完毕。第四款保留协商第五款教育部主管。第五款教育部主管第一项教育部改列为65亿2878万9000元，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二项国民及学生教育署改列为62亿8348万1000元，本项通过决议三项，第三项体育署改列为66亿0580万元，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四项国家图书馆照列，第五项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照列，宣读完毕。第五款保留协商第六款法务部主管。第六款法务部主管通过决议一项，第一项法务部照列，第二项台湾高等检察署照列，宣读完毕。第六款保留协商第七款经济部主管。第七款经济部主管第一项经济部照列，本项提案三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二项工业局改列为98亿8659万元，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三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四项社会财产局照列，第五项水利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四项，第六项中小企业处改列为24亿5285万7000元，本项第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七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照列，第八项能源局改列为50亿1650万元，宣读完毕。第七款保留协商第八款交通部主管。第八款交通部主管第一项交通部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八项，第二项中央气象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三项观光局及所属改列为6亿元，第四项公路总局及所属改列为126亿7500万元，本项通过决议四项，第五项铁道局及所属改列为229亿3267万2000元，本项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第八款保留协商第九款原子能委员会主管。第九款原子能委员会主管第一项核能研究所照列，宣读完毕。第九款保留协商第十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十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农业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二项林务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三项水土保持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四项渔业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五项农粮署及所属照列，宣读完毕。第十款保留协商第十一款。第十一款卫生福利部主管第一项卫生福利部改列为39亿4696万2000元，本项通过决议三项，第二项食品药物管理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三项国民健康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四项社会及家庭署改列为21亿4679万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二项，宣读完毕。第十一款保留协商第十二款环境保护署主管。第十二款环境保护署主管第一项环境保护署改列为50亿5519万4000元，本项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第十二款保留协商第十三款文化部主管。第十三款文化部主管第一项文化部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三项，第二项文化资产局改列为49亿元，第三项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照列，第四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照列，第五项国立台湾美术馆及所属照列，第六项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照列，第七项国立台湾博物馆照列，第八项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照列，宣读完毕。第十三款保留协商第十四款。第十四款科技部主管第一项科技部改列为115亿7019万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二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照列，第三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照列，宣读完毕。第十四款保留协商第十五款。第十五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第一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照列，宣读完毕。第十五款保留协商第十六款。第十六款国区退休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国区退休官兵辅导委员会照列，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第十六款保留协商二融资财源调度部分保留协商报告院会。好，请宣读。
融资裁员调度部分。二、融资裁员调度部分，税出所需裁员原列2275亿、1264万8000元，分别数108年度1052亿、7950万6000元、109年度1222亿、3313万2000元。随图税出预算审议结果减列17亿8601万6000元，改列为2257亿2663万2000元，分配数108年度1052亿、7951万6000元、109年度1204亿、4711万6000元，全数以举借债务之应。宣读完毕。融资裁员调度部分保留协商。发言会本案各款预算及决议均暂行保留，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做以下决议，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7年4月23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邱召集委员太原担任主席，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林议员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复于107年5月21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继续审查本案。会议由邱召集委员太原担任主席，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林议员等机关代表分别应邀列席说明。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旋即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另通过附带决议5项，原经决议并案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阅读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邱召集委员太原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邱委员太原补充说明，无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法案名称行政院函请审议，委员陈一鸣等18人，委员苏志芬等19人，委员杨振武等18人，委员邱太原等22人，委员刘建国等20人，委员吴玉琴等16人分别拟具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修正草案等7案。协商时间107年6月19日星期二下午20:48至30:38。协商地点立法院群贤楼801会议室。协商结论：一、修正通过条文；一、审查会原保留条文第3条、第18条、第19条、第22条、第23条、第35条、第41条、第42条予以修正。二、针对审查会通过条文再修正部分：一、修正第2章章名将第3章并入，后续之章次原依序递减；二、第8条条文第24条、第30条、第31条、第37条、第47条、第50条、第51条、第54条、第58条、第59条、第71条条文予以修正。二、通过附带决议3项；三、其余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四、减负本案立法说明1份。主持人邱太原，协商代表吴坤玉、吴玉琴、陈曼丽、郑运鹏、何新纯、柯建明、许志杰、刘建国、李俊毅、周陈秀霞、李红军、陈一鸣、徐志荣、吴志阳、曾明忠、许淑华、蒋万安、江启程、徐永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异无异？本案逐条讨论时，经依协商结论处理。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请宣读名称。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宣读完毕。名称照审查会名称通过。第1章。第一章总则宣读完毕。第一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第1条。第一条为防治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掌握国内化学物质各项资料，据以筛选评估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特制定本法。宣读完毕。第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2条。第二条，本法所剩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宣读完毕。第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3条。第3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以毒性化学物质
指人为有意产制或于产制过程中无意衍生之化学物质，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其毒性符合下列分类规定并公告者，其分类如下：一、第一类毒性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在环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积、生物浓缩、生物转化等作用致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者；二、第二类毒性化学物质，化学物质有致肿瘤生育能力受损、畸胎遗传因子突变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三、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化学物质经暴露将立即危害人体健康或生物生命者；四、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具有内分泌干扰素特性或有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者；而关注化学物质指毒性化学物质以外之化学物质，基于其物质特性或国内外关注之民生消费议题，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有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予并公告者；三、既有化学物质指经中央主管机关会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后建制于既有化学物质清测中之化学物质；三、四、新化学物质指既有化学物质以外之化学物质；五、运作指对化学物质进行制造、输入、输出、贩卖、运送、使用、储存或废弃等行为；六、污染行为指因化学物质之运作而改变空气、水或土壤品质，致影响其正常用途，破坏生态、自然生态或损害财物；七、释放量指化学物质因运作而流布于空气、水或土壤中之总量。宣读完毕。第三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四条，第四条，中央主管机关之主管事项如下：依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政策方案及计划之测定，而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相关法规之制定、定审核及标及事实；三、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运送管理之督导；四、直辖市或县市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督导、辅导及核定；五、涉及有关机关将二县市以上直辖市与县市或二直辖市间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协调；六、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研究、发展及执行人员之训练；七、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国际合作及科技交流；八、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宣导；九、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联防组织之督导；十、化学物质登录及申报事项之管理及督导；十一、其他有关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之管理。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条，第五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之主管事项如下：依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实施方案与计划之规划及执行；二、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规之执行与辖内该管自治法规之制定、定、实施及执行；三、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研究、发展及宣导；四、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运作流布之调查及研判；五、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调查与统计资料之制作及汇报；六、辖内地区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联防组织之督导；七、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运送管理之督导；八、化学物质登录及申报事项之查核；九、其他有关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之管理。宣读完毕。第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条，第六条，主管机关的委任所属机关或委托其他机关团体办理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之管理研究、人员训练、危害评估及预防有关事宜。主管机关得将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环境事故应变咨询及其相关业务委托法人相关专业机关购或团体办理，并就其专业能力进行认证，其法人机关购或团体之资格要件、认证方式、审核期限、之消费者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条，第七条，为加强负责国家化学物质相关业务之决策及协调，并将由相关部会执行，行政院应设国家化学物质管理汇报，由行政院院长担任召集人，召集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及团体代表共同组成，执司跨部会协调化学物质风险评估及管理措施。召集人应指定一名政务委员或部会首长担任国家化学物质管理汇报执行长，并由中央主管机关负责幕僚事务，且
向国家化学物质管理汇报决议之事项，各相关部会应落实执行。行政院应定期追踪管考对外公告，并纳入每年向立法院提出之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第一项之国家化学物质管理汇报之组成任务、议事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由行政院定制。宣读完毕。第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发言会审查会通过第二章章名，依协商结论，将第三章并入，后续之章事依序递改，请宣读第二章。第二章毒性化学物质评估预防及管理，宣读完毕。第二章照协商章名通过。第八条，第八条化学物质之毒性毒理特性符合第三条所定毒性化学物质分类定义者，中央主管机关应公告为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或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第一类、第二类及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中央主管机关的公告限制或禁止其有关之运作。运作人使用毒性化学物质之过程，应采行对策及控制方法，证明可预防或避免污染环境或危害身体健康者，得申请解除前项公告所定限制或禁止事项。申请被驳回者得提出申复，但以一次为限，其申请应减负之文件核驳提起申复之期限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应与运作前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报该毒性化学物质之毒理相关资料，并经该主管机关核可，并依核可文件内容运作。前项核可之申请审计审查程序，核混补发有效期间变更、展延、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八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九条，第九条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及其释放量，运作人应制作记录定期申报，其记录应妥善保存备查。前项记录之制作格式、申报内容、频率、方式、保存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主管机关应将第一类毒性化学物质之释放量记录分期上网公开，供民众查阅。宣读完毕。第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条，第十条第一类及第二类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中央主管机关得以释放总量管制方式管制之。宣读完毕。第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一条，第十一条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或审定之方式行方法行之。中央主管机关得以管理需要，公告毒性化学物质之管制浓度及分级运作量。宣读完毕。第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二条，第十二条毒性化学物质经科学技术或实地调查研究证实公告之管理事项已不合需要时，中央主管机关应经公告变更或废止之。宣读完毕。第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三条，第十三条制造、输入、贩卖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者，应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核发许可证，并依许可证内容运作。使用、储存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者，应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登记，并依登记文件内容运作。废弃、输出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者，应逐批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登记，使得运作。第一项及第二项所定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其运作总量低于依第十一条第二项公告之分级运作量者，得报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可，并取得核可文件，不受第一项、第二项、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及第三十九条规定之限制。前四项许可证登记与核可之申请审查程序、核混补发、变更、展延、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四条，第十四条输入未依本法规定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许可或核准之毒性化学物质，海关应责令纳税义务人限期办理退运。宣读完毕。第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八条第四项锁定核可文件，第十三条第一项锁定许可证，第二项锁定登记文件及第四项锁定核可文件之有效期间为五年，期满仍需继续运作者，应于期满前三个月至六个月之期间内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展延，每次展延不得超过五年。为防治毒性化学物质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所必要，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变更或废止前项许可登记核可。宣读完毕。
第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经依本法规定撤销废止许可证、登记合格或歇列令歇业者，毒性化学物质运作人二年内不得申请该毒性化学物质运作之许可证、登记或合格。经依本法规定予以部分或全部停工业者，运作人应于复工业前检具改善完成说明及证明文件，报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查通过，使得复工业。其经主管机关命限期改善而自报停工业者一同。宣读完毕。第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七条。第十七条，毒性化学物质之容器、包装、运作场所及设施，运作人应依规定标示毒性及污染防治有关事项，并备具该毒性化学物质之安全资料表。前项容器、包装、运作场所、设施之标示与安全资料表之制作、分类、图示、内容、格式、设置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一类是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之制造、使用、储存、运送，运作人应依规定设置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从事毒性化学物质之污染防治及危害预防，且向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之资格、训练、核发、撤销或废止合格证书、设置等级、人数、执行业务、代理、变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十八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停止运作期限超过一个月者，负责人应自停止运作之日起十四日内，将所涉之毒性化学物质列册报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准，并于核准后依下列方式处理之：一、退回原制造或贩卖者；二、贩卖或转让他人；三、退运出口；四、依废弃物清理有关法规规定处置；五、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或审定之方式。宣读完毕。第十九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一类是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视为停止运作：一、未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准终止运作一年以上；二、终止运作六个月以上，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认定有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余；三、依本法规定撤销废止其许可证、登记合格或勒令歇业。宣读完毕。第二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毒性化学物质运作人不得将该毒性化学物质贩卖或转让予未依第八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取得许可证完成登记或取得合格者，但事先报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前项之贩卖或转让不得以邮购、电子购物或其他无法辨识交易当事人身份之交易平台方式为之。宣读完毕。第二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毒性化学物质之污染改善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辅导之。宣读完毕。第二十二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政府机关或学术机构运作毒性化学物质之管理，得依下列规定为之：一、运作毒性化学相关物质之管理权责、用途，设置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运送制作、申报与保存年限，标示储存、查核、预防、联防、应变及其他应遵行事项，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另定办法；二、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就个别运作事项提出经中央主管机关同意之管理方式。宣读完毕。第二十三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三章。第三章，关注化学物质评估预防及管理。宣读完毕。第三章照审查会章敏通过。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化学物质之特性符合第三条锁定关注化学物质定义者，中央主管机关得依管理需要公告为关注化学物质。关注化学物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或审定之运作方法行之。中央主管机关得依管理需要公告前项物质之管制浓度及分级运作量。宣读完毕。第二十四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运作关注化学物质应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合格，并依合格文件内容运作。前项关注化学物质之运作，其运作总量低于前条第三项公告之分级运作量者，不受第三十五条至第四十一条规定之限制。第一项运作合格之申请审查程序，核换补发有效期限变更展延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宣读完毕。第二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关注化学物质之指定运作，运作人应制作记录，定期申报，其记录应妥善保存备藏，其项记录之制作、格式申报内容、频率、方式保存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二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关注化学物质之容器、包装、运作场所及设施，运作人应依规定标示给予及污染防治有关事项，并备具该物质之安全资料表，且向容器、包装、运作场所、设施之标示与安全资料表之制作、分类、图示、内容、格式、设置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二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关注化学物质之相关运作人，不得将关注化学物质贩卖或转让与未依第二十五条规定取得合格者，但是现报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其项之贩卖或转让，不得以邮购、电子购物或其他无法辨识交易当事人身份之交易平台方式为之。宣读完毕。第二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关注化学物质其他运用相关法相关规定，准用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宣读完毕。第二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章。第四章，化学物质登录及申报。宣读完毕。第四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第三十条。第三十条，制造或输入每年达一定数量既有化学物质者，应依规定期限向中央主管机关申报，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登录化学物质资料。制造或输入新化学物质者，应于制造或输入九十日前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登录化学物质资料。前开既有化学物质及新化学物质以下称应登录化学物质，经核准登录后，使得制造或输入前项经核准登录之化学物质资料，制造或输入者应主动维护更新。中央主管机关经评估认有必要者，得通知制造或输入者限期提出补正资料。应登录化学物质，应依中央主管机关之规定定期申报。第一项化学物质资料登录内容包括制造或输入情形、物理化学毒理暴露、危害评估或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登录之资料项目，依每年制造或输入量及物质种类分为标准登录、及应登录及少量登录。前四项应登录化学物质之种类、数量及具制造或输入情形、物理化学毒理暴露及危害评估等资料及其他应备文件，登录期限、标准、检验少量及共同登录方式、审查程序、准驳撤销或废止登录核准、禁止或限制运作方式、登录后化学物质资料之申报或增补、文件保存方式、资讯公开、工商机密保护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央主管机关评估新化学物质之特性，有符合途径或关注化学物质定义之余者，应于核准登录时附以附款，要求提供化学物质危害资讯、更新登录相关报告资料或定期申报运作情形，必要时并禁止或限制其运作。于核准登录后发现者，其要求或禁止限制事项，中央主管机关亦得修改或增加。中央主管机关确认新化学物质之毒性符合第三条所定毒性化学物质之分类定义者，应依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公告之；其特性符合第三条所定关注化学物质定义者，依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公告之。宣读完毕。第三十一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登录及申报得自行或协议共同为之，共同或先后申请同一化学物质之登录者，得经协议共同使用登录所需之资料，无需重复测试。依前项协议共同使用资料者，其取得所需资料之费用，无法经协议决定分摊方式者，中央主管机关得以后登录者之请求酌定平均分摊之，并于其已支付所分摊之费用后，同意使用已登录之资料。宣读完毕。第三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经核准登录之化学物质资料，得提供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作为管理其目的事业使用化学物质之用，并供中央主管机关作为评估筛选及公告为毒性化学物质或关注化学物质之依据，经备查之申报资料一同。宣读完毕。
第三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经核准登录之化学物质之运作及管理，除公告为毒性化学物质或关注化学物质者，应依本法办理外，依其他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法规办理。中央主管机关得将其有化学物质及新化学物质核准登录及其他相关业务，委托中央主管机关捐助成立之财团法人机构、行政法人或相关专业团体办理。其委托财团法人机构、行政法人或团体之资格要件、委托之审核、委托期限、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章。第五章，事故预防及紧急应变。宣读完毕。第五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即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相关运作人应检送完整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报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备查，并应该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内容实施。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将前项完整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公开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网站，并以其他适当方式供民众查阅。前二项危害预防及紧急及应变计划之制作内容、提报实施、公开查阅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五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即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相关运作人应采取必要之防护第三人措施，并依规定对运作风险投保责任保险，且向应投保责任保险之运作人及保险标的、保险契约项目、最低保险金额、保险内容、文件保存及相关内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毒性化学物质及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相关运作人应积极预防事故发生，并指配专业应变人员或委托经主管机关认证之专业应变机关后，于事故发生时负责采取必要之防护、应变清理等处理措施。前项运作人应令该专业应变人员参加中央主管机关自行或指定之机关后，办理之训练及再训练，并保存训练记录。前二项专业应变人员之资格、训练资格、等级、人数、再训练、训练记录保存、训练证书核发，登载撤销废止专业应变机关关购认证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七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制造、使用、储存、运送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即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相关运作人应组设联防组织，检送设立计划，报请主管机关备查，辅助前项事故发生时之防护、应变及清理措施。前项联防组织应辅助事项申请计划提报，有效期限变更训练场合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即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运作过程中应防止其、应维持其防止排放或泄漏设施之正常操作，并备有应变器材及侦测与警报设备，且向经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应连线者，运作人应于规定期限内完成设置自动侦测设施，并与主管机关连线。前二项应变器材及侦测与警报设备之设置、构造、操作、检查、维护、保养、校正、记录频率、连线方式、记录保存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条。第四十条，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即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所有人应于运送前向起运地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报运送表登，并于核准后附之起运地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运送前向化学物质之车辆，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规格、装置、及时追踪系统，并维持正常操作。前二项运送表登之申报与保存、运送时之标示、携带文件、安全装备、事故处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交通部定之。宣读完毕。
第四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毒性化学物质执行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运作人应立即采取紧急防治措施，并制止于三十分钟内报认事故发生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一、因泄漏化学反应或其他突变事故而有污染运作场所中间外之环境之余；二、于运送过程中发生突发事故而有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余，前项报知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有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时，主管机关除命其采取必要措施外，并得命其停止与该事故有关之部分或全部运作，必要时主管机关并得进行采取处理措施。第一项第二款运送过程发生突发事故时，运作人或所有人应于二小时内派专业应变人员或委托专业应变机关购置事故现场，负责事故应变及善后处理等事宜。第一项运作人除应于事故发生后依相关规定负责清理外，并依规定制作书面调查处理报告，报请主管机关备查，其报告之格式内容应记载事项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四十一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主管机关依前条第三项采取处理措施所生费用，由该运作人或所有人负担，其费用得由第四十七条之基金代为追应，再向运作人或所有人求偿，主管机关得免提供担保，向行政法院申请缴款押偿处分。第一项费用之求偿权优先于一切债权及抵押权，并应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宣读完毕。第四十二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主管机关应处人等依第四十一条规定指派前往处理事故之应变资料，其执行任务时得不受行车速度限制之规定，于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任务时得不受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之限制，且向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灾害应变车辆之标示、车身颜色识别装置标准、装备标准、用途驾驶人资格、运作人登记核准、任务执行督导管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交通部定之。宣读完毕。第四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报院会上午会议进行到此为止，下午二时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后续条文之二读，现在休息。对，报院会现在继续开会，现在在议场二楼贵宾席，由我们日本众议院议员松平浩一先生率团访问，我们再次欢迎访问团的成员。林委员长轴声明，对今日上午之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之二读，请宣读第六章。第六章查核检验及财务，宣读完毕。第六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主管机关得派员并提示有关执行职务上证明文件或显示组织辨别之标志进入公司场所，查核毒性化学物质、关注化学物质及其他应登录化学物质之运作，有关物品场所或令提供有关资料，为查核该等物质之流向，得令提供进货、生产、销货、存货凭证、账册相关报表及其他产销营运或输出入等资料，必要时的出具收据，抽取相关化学物质或有关物品之样品。
实施检验病的暂行封存由负责人保管，其向抽取之样品应尽速检验，并得委托取得中央主管机关核发许可证之环境检验测定机构为之，其期间不得超过一个月，但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前项环境检验测定机构应依其许可证之检测类别执行业务，并应具备之条件设施检测人员资格、在职训练、许可证之申请审查程序、有效期间核换核补换发、撤销或废止许可证、停业复业查核、评鉴程序资料提报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毒性化学物质、关注化学物质及其他应登录化学物质检测之方法及品质管制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宣读完毕。第四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依前条第一项规定查核之毒性化学物质、关注化学物质、其他应登录化学物质或有关物品，依查核之结果为下列处理：一、有违反本法规定之情事，依本法规定处罚；其物质或物品得令运作人限期依废弃物清理有关法规规定清理之；二、封存之物质或物品经认定为废弃物者，得令运作人限期依废弃物清理有关法规规定清理之；经认定得改善或改制其他物质者，其封交还并监督限期改善或改制，借其未改善或改制者，得令运作人限期依废弃物清理有关法规规定清理之；三、未违反本法之规定给予其封交还。宣读完毕。第四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六条，各级主管机关依本法应收取规费之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四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七条，中央主管机关为管理并进行筛选评估及列管化学物质，得对公共性物质依其运作释放量流不情形、事故危害或风险等，向运作人征收化学物质运作费成立基金，前项化学物质运作费之物质征收种类、计算方式、减免方式、缴费流程、缴纳期限，委托专业机构审理查核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基金来源如下：一、化学物质运作费收入；二、基金孳息收入；三、环境保护相关基金之征收分配；四、中央主管机关循预算程序之拨款；五、因化学物质登录申报或其他依本法应收取之费用；六、应变专业应变人员训练及再训练费用；七、依本法待定费用之求偿补回；八、违反本法罚还之部分提拨其主管机关依第六十六条追缴之所得利益；九、依本法科属并缴纳之罚金及因违反本法规定没收或追征之现金或变卖所得，使其他与化学物质管理有关收入。宣读完毕。第四十七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四十八条。第四十八条，借条第一项基金之用途如下：依化学物质管理协调咨询危害评估、预防奖励及补捐助之相关费用；二、环境事故监控与处理措施所需人力、设备及器材等相关费用；三、化学物质攻击查核稽核及委托或补助检验机构办理检验之相关费用；四、化学物质释放量流布调查及健康风险评估与管理之相关费用；五、化学物质技术研究推广发展科技交流人员训练及国际工作之相关费用；六、关于征收化学物质运作费基金求偿涉讼及相关行政管理与人事维持费用；七、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有关化学物质管理危害评估及预防之相关费用；前项第一款基金之奖励及补捐助对象申请资格审查程序、奖励及补捐助之撤销、废止与追缴其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中央主管机关得派员携带证明文件进入化学物质运作费缴费人所属工厂上及营业场所进行相关查核工作，或命提供必要之资料，缴费人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宣读完毕。第四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九条。第四十九条，借条毒物及化学物质管理基金应成立基金管理会（以下简称管理会），
负责管理及运用病的医需药设施工作技术小组前项管理会得知委员，委员任期二年，其中专家学者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二，且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宣读完毕。第四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章。第七章法则，宣读完毕。第七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第五十条。第五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婴儿致人于死者，处五星徒刑或轻年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金；致危害人体健康导致疾病者，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罚金。一、违反依第八条第二项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规定；二、未依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取得许可证而擅自运作或未依许可证所列事项运作；三、未依第八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第二项、第三项或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登记或合格而擅自运作或未依登记或合格所列事项运作；四、未依第四十一条第一项采取紧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机关依同条第三项所为之命令。宣读完毕。第五十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金：一、违反第八条第二项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规定，致严重污染环境；二、未依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取得许可证而擅自运作或依许可证所列事项运作，致严重污染环境；三、未依第八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第二项、第三项或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登记而或合可而擅自运作。或未依登记或合格所列事项运作，致严重污染环境；四、未依第四十一条第一项采取紧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机关依同条第三项所为之命令，致严重污染环境；五、依本法规定有申报义务，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申报不实，或于业务上做诚实文书为虚伪记载。宣读完毕。第五十一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二条，法人之负责人、法人或自然人士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因执行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其行为人外，对该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该条10倍以下之罚金。宣读完毕。第五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三条，运作人不遵行主管机关依本法所为停工或停业之命令者，处负责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金；运作人不遵行主管机关依本法所为停止作为之命令，处负责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金。宣读完毕。第五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四条，运作人不得因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受雇人向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揭露违反本法之行为，担任诉讼程序之证人或拒绝参与违反本法之行为，而予解雇、降调、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运作人或其行使管理权之人为前项规定所为之解雇、降调、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者，无效。运作人之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受雇人因第一项规定之行为受有不利处分者，运作人对于该不利处分与第一项规定行为无关之事实，负举证责任。运作人之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受雇人因其揭露行为有犯刑法、特别刑法之妨害秘密罪或背信罪者，减轻或免除其刑。运作人之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受雇人因参与依本法应负刑事责任之行为而向主管机关揭露或司法机关自白或自首，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减轻或免除其刑。运作人之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受雇人因第一项规定说有不利处分者，主管机关应提供必要之法律辅助，且将法律辅助之申请资格、辅助范围、审核方式及委托办理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五十四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借其未完全改善者，得令其停工或停业，必要时并得勒令歇业、撤销废止登记或撤销废止其许可证。
以违反第八条第二项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规定，而未依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取得许可证而擅自运作；三、违反第十九条规定；四、未依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对其运作风险投保责任保险；五、违反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未依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应变器材侦测与警报设备之设置、构造、操作、检查、维护、保养及校正之管理规定而污染环境；六、违反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违反同条第四项规定其污染环境，未依同条第五项规定负责清理，其经主管机关依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令其限期清理，且其不清理。宣读完毕。第五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六条，未依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取得登录核准，而制造或输入新化学物质者，处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处罚；经二次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停工停业或退运出口。未依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取得登录核准，而制造或输入既有化学物质者，或未依同条第三项规定申报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处罚；经二次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停工停业或退运出口。违反依第三十一条第一项所为之付款者，处新台币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废止其登录核准。该化学物质其化合物及其成品制造或输入者，应予回收销毁，必要时主管机关得代为回收销毁，并收取必要之费用。违反第三十条第五项锁定办法中有关登录制造或输入情形、登录期限、共同登录方式、登录后化学物质资料之申报或增补文件保存方式之规定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处罚；经二次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停工停业或退运出口。宣读完毕。第五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七条，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依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三项规定所为之查核命令、抽样检验或封存保管者，处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得按次处罚。宣读完毕。第五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十八条，第五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停工或停业，必要时并得勒令歇业、撤销废止登记或撤销废止其许可证。一、依第九条第一项、第四十条第一项或第四十一条第五项规定，有记录申报保存或报告义务而未记录申报保存或报告；二、违反第十三条第二项或第二项或第三项规定未申请登记而擅自运作；三、违反第十七条第一项、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二十一条第一项或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四、违反依第三十六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保险标的、保险契约项目最低保险金额、保险内容及文件保存之管理规定，或违反第三十七条第一项规定，为积极预防致发生事故，未指派专业应变人员或委托专业应变机关购。五、违反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或依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应变器材侦测与警报设备之设置、构造、操作、检查、维护、保养、校正、记录频率、连线及记录保存之管理规定。六、违反依第四十条第二项规定，或依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运送实质标示、安全装备事故处理之管理规定。七、违反第四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许可证检测类别或依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应具备之条件设施、检测人员资格在职训练、检测许可证有效期限资料提报及执行业务之管理规定。宣读完毕。第五十八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五十九条，第五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命其停工或停业，必要时并得勒令歇业、撤销废止登记或撤销废止其许可证。一、未依第八条第四项规定核准擅自运作，违反依同条第五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合可、合谱、换发、变更之管理规定。九、
二，依第九条第二项锁定办法制作或申报之记录表，其内容或格式有缺漏，经主管机关命限期补正而届期未完成补正；三，违反依第九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记录申报频率、方式保存之管理规定；四，违反第十条之释放总量管制方式运作；五，违反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六，未依第十三条第一项许可证锁列事项运作，或未依同条第二项、第三项登记事项运作；七，违反第十三条第四项未经核可而擅自运作或未依核可事项运作；八，违反依第十三条第五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许可登记核可、核补换发、变更之管理规定；九，违反依第十七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容器包装、运作场所、设施标示与安全资料表之制作分类、图示内容、格式及设置之管理规定；十，违反依第十八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之资格、训练设置等级、设置人数、执行业务、代理变更之管理规定；十一，违反依第二十三条第一款锁定办法中有关政府机关或学术机构管理权责、用途、设置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运送记录制作、申报与保存年限、标示储存、查核之管理规定，或未依同条第二款之管理方式运作；十二，违反依第三十五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之制作、内容、提报及实施之管理规定；十三，违反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训练、再训练或未保存训练记录之管理规定；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等级、人数、再训练、训练记录保存、登载之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一项未组设联防组织；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联防组织应辅助事项、申请计划提报有效期限、变更训练及查核之管理事项；十四，违反第四十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运送表单之申报与保存、携带文件之规定。宣读完毕。第五十九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六十条，第六十条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二项或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贩卖或转让之邮购电子购物经营者或其他平台或其他提供交易平台者，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下罚还币的按次处罚。宣读完毕。第六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并得命其提供或停业；必要时，并得勒令歇业、撤销废止登记或撤销废止其许可文件。一、违反第二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二、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一项未经核可而擅自运作或未依核可事项运作；三、违反依第二十五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核可、核补、换发、变更之管理规定；四、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会议同条第二项锁定办法制作或申报之记录表，其内容或格式有缺漏，经主管机关命限期补正而届期未完成补正；五、违反依第二十六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记录申报频率、方式保存之管理规定；六、违反第二十七条第一项或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七、违反依第二十七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容器包装、运作场所、设施标示与安全资料表之制作分类、图示内容、格式及设置之管理规定；八、违反第二十九条准用第二十八条第一项或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之资格、训练、设置等级、设置人数、执行业务、代理变更之管理规定；准用第二十三条第一款锁定办法有关政府机关或学术机构管理权责、用途、设置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运送记录制作、申报与保存年限、标示储存、查核之管理规定，或未依同条第二款之管理方式运作。宣读完毕。第六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二条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违反依第十八条第二项、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十九条准用该二条锁定办法中有关训练及执行业务之规定者，处新台币四千元以上二万元下罚锾，必要时得撤销或废止其合格证书。宣读完毕。第六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三条依第四十四条规定，嫦娥之毒性化学物质、关注化学物质、其他应登录化学物质或有关物品，依查核结果为下列处分：一、有违反本法规定之情事者，其物质或有关物品得没入之；二、封存之物质或有关物品，经认定得改善或改制其他物质，届期未完成改善或改制者，得没入之。
宣读完毕。第六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四条，依本法通知限期改善申报或改制者，其改善申报或改制期限。改制期间，除因事实需要且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外，不得超过三十日。宣读完毕。第六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五条，本法所定之处罚，除另有规定外，在中央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为之，在直辖市由直辖市政府为之，在县市由县市政府为之，本法是停工或停业、撤销废止许可证、登记合可文件之执行，由主管机关为之；勒令歇业由主管机关转请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之。依本法属罚还者，其额度应依违规情节裁处，其裁罚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六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六条，违反本法义务行为而有所得利益者，除应依本法规定裁处一定金额之罚还外，并得于所得利益之范围内予以追缴。为他人利益义而实施行为，致使他人违反本法上义务应受处罚者，该行为人因其行为受有财产上利益而未受处罚时，得于其所受财产上利益价值范围内予以追缴。行为人违反本法上义务应受处罚，他人因该行为受有财产上利益而未受处罚时，得于其所受财产上利益价值范围内予以追缴。前三项追缴由为财处之主管机关以行政处分为之。所称利益得包括积极利益及应支出而未支出或减少支出之消极利益，其核算及退估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六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七条，人民或团体得虚名事实或检具证据资料，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检举违反本法之行为，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对于检举人之身份应予保密，且向检举经查证属实并处以罚还者，其罚还金额达一定数额时，得以实收罚还总金额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奖金奖励检举人；且向检举及奖励之检举人资格奖金提充比例、分配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六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八章。第八章负责。宣读完毕。第八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八条，未经公告为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前已运作者，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后，运作人对于依规定应申报、提报或办理事项，应于公告规定期间内完成相关事项，并依本法取得许可证完成登记或取得合格后，使得继续为之。宣读完毕。第六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行条文第三十九条删除。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九条，依本法登录之化学物质资料应予公开，但涉及国防或工商机密，经中央主管机关应职权认定应予保密或经制造或输入者，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保密，并经核准者不予公开。前项不予公开之资料，有下列情形之一，经中央主管机关应职权认定者不在此限：一、对公益有必要；二、为保护人民生命身体健康有必要；三、经制造或输入者同意。依本法所谓之审查、查核及抽样检验涉及国防或工商机密者，应予保密，但有关化学物质之名称、物理化学毒理分类标示及安全相关资料不在此限，申请中央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提供前三项规定所定之政府资讯，适用政府资讯公开法之规定。宣读完毕。第六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条。第七十条，运作人应将主管机关核准之许可证、登记文件或合格文件，以本法申报之资料与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及环境检验测定机构之证号资料，公开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网站。各级主管机关得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网站，公开对运作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环境检验测定机构查核处分之个别及统计资讯。宣读完毕。第七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一条。
第71条之下是县市主管机关于运作人申请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运作许可登记或合格时，应依防治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必要，要求运作人申报运作场所、全厂场及内部配置图，其运作经审核通过者，并应将运作场所、全厂场及内部配置图附之消防机关。宣读完毕。第71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72条，第72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主管机关得予以奖励：一、运作人连续10年未违反本法规定；二、致力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之危害预防及有关设备改善绩效卓著；三、发明或改良降低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制造、运送、储存、使用时所产生危险或污染之方法，逐资推广。且向奖励之适用对象、评选奖励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7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73条，第73条，运作人应登录申报人或其他义务人违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权订立之相关命令，而主管机关疏于执行时，受害人民或公益团体得续名疏于执行之具体内容，以书面告知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于书面告知送达之日起60日内，仍未依法执行者，受害人民或公益团体得以该主管机关为被告，对其怠于执行职务之行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执行。行政法院为前项判决时，得依职权判命被告机关支付适当律师费用、侦测鉴定费用或其他诉讼费用，与对防治化学物质污染环境有具体贡献之原告。第一项之书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机关会上有关机关公告之。宣读完毕。第7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74条，第74条，本法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7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75条，第75条，本法除第7条、第54条、第65条、第67条及第72条自公布日施行外，自公布后1年施行。宣读完毕。全案。第7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第一章总则第1条，为防治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掌握国内化学物质各项资料，据以筛选评估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特制定本法。第2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行政院环境保署，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第3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毒性化学物质，指人为有意产制或于产制过程中无意衍生之化学物质，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其毒性符合下列分类规定并公告者，其分类如下：一、第一类毒性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在环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积、生物浓缩、生物转化等作用致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者；二、第二类毒性化学物质，化学物质有致肿瘤、生育能力受损、畸胎、遗传因子突变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三、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化学物质经暴露将立即危害人体健康或生物生命者；四、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具有内分泌干扰素特性或有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者；而关注化学物质，指毒性化学物质以外之化学物质，基于其物质特性或国内外关注之民生消费议题，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有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予并公告者；三、既有化学物质，指经中央主管机关会商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后，鉴置于既有化学物质清册中之化学物质；四、新化学物质，指既有化学物质以外之化学物质；五、运作，指对化学物质进行制造、输入、输出、贩卖、运送、使用、储存或废弃等行为；六、污染环境，指因化学物质之运作而改变空气、水或土壤品质，致影响其正常用途，破坏自然生态或损害财物；七、释放量，指化学物质因运作而流布于空气、水或土壤中之总量。
第四条，中央主管机关之主管事项如下：一、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物化学物质管理政策方案及计划之测定；二、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相关法规之制定定审核及实施；三、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运送管理之督导；四、直辖市或县市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督导辅导及核定；五、涉及有关机关间二县市以上直辖市与县市或二直辖市间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协调；六、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研究发展及执行人员之训练；七、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国际合作及科技交流；八、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宣导；九、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联防组织之督导；十、化学物质登录及申报事项之管理及督导；十一、其他有关全国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之管理。第五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之主管事项如下：一、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实施方案与计划之规划及执行；二、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规之执行与辖内该管制次法规之制定定实施及执行；三、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之研究发展及宣导；四、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运作流不实调查及研判；五、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调查与统计资料之制作及汇报；六、辖内地区性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联防组织之督导；七、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运送管理之督导；八、化学物质登录及申报事项之查核；九、其他有关辖内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之管理。第六条，主管机关的委任所属机关或委托其他机关团体办理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之管理研究、人员训练、危害评估及预防有关事宜。主管机关得将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环境事故应变咨询及其相关业务委托法人相关专业机关购或团体办理，并就其专业能力进行认证，其法人机关购或团体之资格要件、认证方式、审核期限、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七条，为加强负责国家化学物质相关业务之决策及协调，并交由相关部会执行，行政院应设国家化学物质管理汇报，由行政院院长担任召集人，召集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及团体代表共同组成职司跨部会协调化学物质风险评估及管理措施。召集人应指定一名政务委员或部会首长担任国家化学物质管理汇报执行长，并由中央主管机关负责幕僚业务。前项国家化学物质管理汇报决议之事项，各相关部会应落实执行。行政院应定期追踪管考对外公告，并纳入每年向立法院提出之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第一项之国家化学物质管理汇报之组成、任务、议事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由行政院定之。第二章，毒性化学物质评估、预防及管理。第八条，化学物质之毒理特性符合第三条锁定毒性化学物质之分类定义者，中央主管机关应公告为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或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第一类、第二类及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中央主管机关得公告限制或禁止其有关之运作。运作人使用毒性化学物质之过程，应采行对策及控制方法，证明可预防或避免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者，得申请解除前项公告锁定限制或禁止事项。申请被驳回者得提出申复，但以一次为限，其申请应减负之文件核驳提起申复之期限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应与运作前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报该毒性化学物质之毒理相关资料，并经该主管机关核可，并依核可文件内容运作。前向核可之申请审查程序、核换补发有效期间变更、展延、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九条，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及其释放量，运作人应制作记录定期申报，其记录应妥善保存备查，且向记录之制作格式申报内容、频率、方式保存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主管机关应将第一项毒性化学物质之释放量记录分期上网公开供民众查阅。第十条，第一类及第二类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中央主管机关得以释放总量管制方式管理之。第十一条，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或审定之方式行之。中央主管机关得依管理需要，公告毒性化学物质之管制浓度及分级运作量。第十二条，毒性化学物质经科学技术或实地调查研究证实公告之管理事项已不合需要时，中央主管机关应即公告变更或废止之。第十三条，制造、输入、贩卖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者，应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核发许可证，并依许可证内容运作。使用、储存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者，应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登记，并依登记文件内容运作。废弃、输出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者，应逐批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登记，使得运作。第一项及第二项锁定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其运作总量低于依第十一条第二项公告之分级运作量者，得报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可，并取得核可文件，不受第一项、第二项、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及第三十九条规定之限制。前四项许可证登记与核可之申请审查程序核混补发、变更、展延、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十四条，输入未依本法规定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许可或核准之毒性化学物质，还未应责令纳税义务人限期办理退运。第十五条、第八条第四项锁定核可文件，第十三条第一项锁定许可证，第二项锁定登记文件及第四项锁定核可文件之有效期间为五年，期满仍需继续运作者，应于期满前三个月至六个月之期间内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展延，每次展延不得超过五年。为防治毒性化学物质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所必要，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变更或废止前项许可登记核可。第十六条，经依本法规定撤销、废止其许可证、登记合格或勒令歇业者，毒性化学物质运作人二年内不得申请该毒性化学物质运作之许可证、登记或合格。经依本法规定予以部分或全部停工业者，运作人应于复工业前检具改善完成说明及证明文件，报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查通过，使得复工业。其经主管机关命限期改善而自报停工业者，一同。第十七条，毒性化学物质之容器、包装、运作场所及设施，运作人应依规定标示毒性及污染防治有关事项，并备具该毒性化学物质之安全资料表，且向容器、包装、运作场所、设施之标示与安全资料表之制作、分类、图示、内容、格式、设置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十八条，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之制造、使用、储存、运送，运作人应依规定设置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从事毒性化学物质之污染防治及危害预防，且向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之资格、训练、核发、撤销或废止合格证书、设置等级、人数、执行业务、代理、变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十九条，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停止运作期间超过一个月者，负责人应自停止运作之日起十四日内，将所涉之毒性化学物质列册报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准，并于核准后依下列方式处理之：一、退回原制造或贩卖者；二、贩卖或转让他人；三、退运出口；四、依废弃物清理有关法规规定处置；五、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或审定之方式。第二十条，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之运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视为停止运作：一、未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准终止运作一年以上；二、终止运作六个月以上，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认定有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余；三、依本法规定撤销、废止其许可证、登记、合格或勒令歇业。
第21条，毒性化学物质运作人不得将该毒性化学物质贩卖或转让予未依第8条第4项、第13条第1项至第4项规定取得许可证、完成登记或取得合格者，但事先报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其上之贩卖或转让不得以邮购、电子购物或其他无法辨识交易当事人身份之交易平台方式为之。第22条，毒性化学物质之污染改善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辅导之。第23条，政府机关或学术机构运作毒性化学物质之管理得依下列规定为之：一、运作毒性化学相关物质之管理权责、用途设置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运作记录制作、申报与保存年限、标示储存、查核预防、联防应变及其他应遵行事项，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另定办法；二、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就个别运作事项提出经中央主管机关同意之管理方式。第三章，关注化学物质评估预防及管理。第24条，化学物质之特性符合第三条所定关注化学物质定义者，中央主管机关得依管理需要公告为关注化学物质。关注化学物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或审定之运作方法行之。中央主管机关得依管理需要公告前项物质之管制浓度及分级运作量。第25条，运作关注化学物质应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合格，并依合格文件内容运作。前项关注化学物质之运作，其运作总量低于前条第三项公告之分级运作量者，不受第35条至第41条规定之限制。第一项运作合格之申请审查程序，核换补发、有效期限变更、展延、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26条，关注化学物质之指定运作，运作人应制作记录定期申报，其记录应妥善保存备查，前项记录之制作、格式、申报内容、频率、方式保存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27条，关注化学物质之容器、包装、运作场所及设施，运作人应依规定警示警语、标示警语及污染防治有关事项，并备具该物质之安全资料表，前项容器、包装、运作场所、设施之标示与安全资料表之制作、分类、图示、内容、格式、设置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28条，关注化学物质之相关运作人不得将该关注化学物质贩卖或转让予未依第25条规定取得合格者，但事先报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其上之贩卖或转让不得以邮购、电子购物或其他无法辨识交易当事人身份之交易平台方式为之。第29条，关注化学物质其他运用相关规定准用第12条、第14条至第16条、第18条、第22条及第23条之规定。第四章，化学物质登录及申报。第30条，制造或输入每年达一定数量既有化学物质者，应依规定期限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登录化学物质资料。制造或输入新化学物质者，应于制造或输入90日前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登录化学物质资料。前开既有化学物质及新化学物质以下称应登录化学物质，经核准登录后使得制造或输入，前项经核准登录之化学物质资料，制造或输入者应主动维护更新，中央主管机关经评估认有必要者，得通知制造或输入者限期提出补正资料。应登录化学物质应依中央主管机关之规定定期申报。第一项化学物质资料登录内容包括制造或输入情形、物理、化学毒理、暴露、危害评估或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登录之资料项目，以每年制造或输入量及物质种类分为标准登录、简易登录及少量登录。前四项应登录化学物质之种类、数量及具制造或输入情形、物理、化学毒理、暴露及危害评估等资料及其他应配文件，登录期限标准、简易、少量及共同登录方式、审查程序、准驳、撤销或废止登录核准、禁止或限制运作方式、登录后化学物质资料之申报或增补、文件保存方式、资讯公开、工商机密保护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31条，中央主管机关评估性化学物质之特性有符合毒性或关注化学物质定义之余者，应于核准登录时附以附款，要求提供化学物质危害资讯，更新登录相关报告资料或定期申报运作情形，必要时并禁止或限制其运作。于核准登录后发现者，其要求或禁止限制事项，中央主管机关亦得修改或增加。中央主管机关确认新化学物质之毒性符合第三条所定毒性化学物质之分类定义者，应依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公告之；其特性符合第三条所定关注化学物质定义者，依第24条第一项规定公告之。第32条，登录及申报的自行或协议共同为之，共同或先后申请同一化学物质之登录者，得经协议共同使用登录所需之资料，无需重复测试。依前项协议共同使用资料者，其取得所需资料之费用，无法经协议决定分摊方式者，中央主管机关得依后登录者之请求酌定平均分摊之，并于其已支付所分摊之费用后，同意使用已登录之资料。第33条，经核准登录之化学物质资料，得提供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作为管理其目的事业使用化学物质之用，并供中央主管机关作为评估筛选及公告为毒性化学物质或关注化学物质之依据，经备查之申报资料一同。第34条，经核准登录之化学物质之运作及管理，除公告为毒性化学物质或关注化学物质者，应依本法办理会其依其他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法规办理。中央主管机关得将既有化学物质及新化学物质核准登录及其他相关业务，委托中央主管机关圈出成立之财团法人机构、行政法人或相关专业团体办理。其委托财团法人机构、行政法人或团体之资格要件、委托之审核、委托期限、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5章事故预防及紧急应变。第35条，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及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相关运作人应简送完整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报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备查，并依该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内容实施。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将前项完整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公开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网站，并以其他适当方式供民众查阅。前二项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制作内容提报实施公开查阅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36条，第一类是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及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相关运作人应采取必要之防护第三人措施，并依规定对运作风险投保责任保险，前项应投保责任保险之运作人及保险标的、保险契约项目、最低保险金额、保险内容、文件保存及相关内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37条，毒性化学物质及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相关运作人应积极预防事故发生，并指派专业应变人员或委托经主管机关认证之专业应变机关构于事故发生时负责采取必要之防护、应变、清理等处理措施。前项运作人应令该专业应变人员参加中央主管机关自行或指定之机关构办理之训练及再训练，并保存训练记录。前二项专业应变人员之训练资格等级、人数、再训练训练记录保存、训练证书核发登载、撤销废止、专业应变机关构认证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38条，制造、使用、储存、运送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及经中央主管机关决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相关运作人应组设联防组织，简送设立计划报请主管机关备查，辅助前项事故发生时之防护、应变及清理措施。前项联防组织之应辅助事项，申请计划提报有效期限、变更训练、查核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39条，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即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运作过程中应维持其防止排放或泄漏设施之正常操作，并备有应变器材及专测与警报设备，且向经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应连线者，运作人应于规定期限内完成设置自动侦测设施，并与主管机关连线，前二项应变器材及专测与警报设备之设置、构造、操作、检查、维护、保养、校正记录、频率、连线方式记录保存及其他应遵刑事章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40条，第一类至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即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所有人应于运送前向起运地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报运送表单，并于核准后附之起运地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运送前向化学物质之车辆，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规格、装置及时追踪系统，并维持正常操作。前二项运送表单之申报与保存，运送时之标示、携带文件、安全装备、事故处理及其他应遵刑事章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交通部定之。第41条，毒性化学物质，即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运作人应立即采取紧急防治措施，并支持于30分钟内报知事故发生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一、因泄漏化学反应或其他突发事故而有污染运动场所周边外之环境之余；二、于运送过程中发生突发事故而有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余，前向报知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有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时，主管机关除命其采取必要措施外，并得命其停止与该事故有关之部分或全部运作，必要时主管机关并得进行采取处理措施。第一项第二款运送过程发生突发事故时，运作人或所有人应于2小时内派专业应变人员或委托专业应变机关购置事故现场，负责事故应变及善后处理等事宜。第一项运作人除应于事故发生后依相关规定负责经理外，并依规定制作书面调查处理报告，报请主管机关备查，其报告之格式内容应记载事项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42条，主管机关依前条第三项采取处理措施所生费用，由该运作人或所有人承担，其费用得由第47条之基金代为支应，再向运作人或所有人求偿。主管机关得免提供担保，向行政法院申请假扣押加处分。第一项费用之求偿权优先于一切债权及抵抵押权，并因1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第43条，主管机关运作人等依第41条规定，指派前往处理事故之应变车辆，其执行任务时得不受行车速度限制之规定，于开示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任务时得不受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之限制，且向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灾害应变车辆之标示、车身颜色识别、装备标准、用途、驾驶人资格、运作人登记核准、任务执行督导管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交通部定之。第6章，查核检验及财务。第44条，主管机关得派员并提示有关执行职务上证明文件或显示足资辨别之标志，进入公司场所查核毒性化学物质、关注化学物质及其他应登录化学物质之运作有关物品场所，或另提供有关资料，为查核该等物质资流向，得另提供进货、生产、销货、存货凭证、账册相关报表及其他产销营运或输出入等资料，必要时得出具收据抽取相关化学物质或有关物品之样品，实施检验，并得暂行封存，由负责人保管。前项抽取之样品应尽速检验，并得委托取得中央主管机关核发许可证之环境检验测定机构为之，其期间不得超过1个月，但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前项环境检验测定机构应依其许可证之检测类别执行业务，并应具备之条件设施、检测人员资格、在职训练、许可证之申请、审查、程序有效期间、核补换发、撤销或废止许可证、停业复业、查核评鉴程序、资料提报及其他应遵刑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毒性化学物质关注化学物质及其他应登录化学物质检测之方法及品质管制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第45条，依前条第一项规定常置毒性化学物质关注化学物质其他应登录化学物质或有关物品，依串合结果为以下列处理：一、有违反本法规定之情事，依本法规定处罚，其物质或物品得令运作人限期一废弃物清理有关法规规定清理之；二、封存之物质或物品经认定为废弃物者，得令运作人限期一废弃物清理有关法规规定清理之；经认定得改善或改制其他物质者，其封交还并监督限期改善或改制；借其未改善或改制者，得令运作人限期一废弃物清理有关法规规定清理之；三、未违反本法之规定给予其封交还。第46条，各级主管机关依本法应收取规费之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47条，中央主管机关为管理并进行筛选评估及列管化学物质，得对公告之物质以及运作释放量、流不进行事故危害或风险等，向运作人征收化学物质运作费成立基金，前向化学物质运作费之物质征收种类、计算方式、减免方式、缴费流程、缴纳期限，委托专业机构审理查核及其他相关事项之本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基金来源如下：一、化学物质运作费收入；二、基金孳息收入；三、环境保护相关基金之征收分配；四、中央主管机关选预算程序之拨款；五、因化学物质登录申报或其他依本法应收取之费用；六、专业应变人员训练及再训练费用；七、依本法代垫费用之求偿补回；八、违反本法罚还之部分提拨及主管机关依第66条追缴之所得利益；九、依本法科除并缴纳之罚金及因违反本法规定没收或追征之现金或变卖所得；十、其他与化学物质管理有关收入。第48条，前条第一项基金之用途如下：一、化学物质管理协调咨询危害评估预防奖励及补捐助之相关费用；二、环境事故监控与处理措施所需人力设备及器材等相关费用；三、化学物质供给查核稽核及委托或补助检验机构办理检验之相关费用；四、化学物质释放量、流布调查及健康风险评估与管理之相关费用；五、化学物质技术研究推广发展、科技交流、人员训练及国际工作之相关费用；六、关于征收化学物质运作费、基金求偿、涉讼及相关行政管理与人事维持费用；七、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有关化学物质管理危害评估及预防之相关费用；前项第一款基金之奖励及补捐助对象申请资格审查程序、奖励及补捐助之撤销、废止与追缴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中央主管机关得派员携带证明文件进入化学物质运作费缴费人所属工厂场及营业场所进行相关查核工作，或命提供必要之资料，缴费人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第49条，前条毒物及化学物质管理基金应成立基金管理会，以下简称管理会负责管理及运用，并得依需要设置工作技术小组。前项管理会得知委员，委员任期2年，其中专家学者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2/3，且单一性别不得少于1/3。第7章法则第50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婴儿致人于死者，除无期徒刑或轻脸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下罚金；致危害人体健康导致疾病者，处6月以上5年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上400万元下罚金。一、违反依第8条第二项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规定；二、未依第13条第一项规定取得许可证而擅自运作，或未依许可证所列事项运作；三、未依第8条第4项、第13条第2项、第3项或第25条第1项规定登记而或合可而擅自运作，或未依登记或合可所列事项运作；四、未依第41条第1项采取紧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机关依同条第3项所为之命令。
第五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金。以违反一第八条第二项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规定，致严重污染环境，而为一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取得许可证，而擅自运作或依许可证所列事项运作，致严重污染环境；三、为一第八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第二项、第三项或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登记或合可，而擅自运作或依登记或合可所列事项运作，致严重污染环境；四、为一第四十一条第一项采取紧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机关依同条第三项所谓之命令，致严重污染环境；五、依本法规定有申报业务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申报不实，或于业务上做成之文书为虚伪记载。第五十二条，法人之负责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因执行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其行为人外，对该法人或自然人，亦可以各该条10倍以下之罚金。第五十三条，运作人不遵行主管机关依本法所谓停工或停业之命令者，处负责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金；运作人不遵行主管机关依本法所谓停止作为之命令，处负责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金。第五十四条，运作人不得因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受雇人向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揭露违反本法之行为，担任诉讼程序之证人，或拒绝参与违反本法之行为而予解雇、降调、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运作人或其行使管理权之人为前项规定所谓之解雇、降调、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者，无效。运作人之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受雇人因第一项规定之行为受有不利处分者，运作人对于该不利处分与第一项规定行为无关之事实负举证责任。运作人之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受雇人一起揭露行为有犯刑法、特别刑法之妨害秘密罪或背信罪者，减轻或免除其刑。运作人之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受雇人曾参与依本法应负刑事责任之行为，而向主管机关揭露或司法机关自白或自首，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减轻或免除其刑。运作人之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受雇人因第一项规定说有不利处分者，主管机关应提供必要之法律辅助。前项法律辅助之申请资格、辅助范围、审核方式及委托办理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即其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停工或停业；必要时，并得勒令歇业、撤销废止登记或撤销废止其许可证。以违反一第八条第二项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规定，二、为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取得许可证而擅自运作；三、违反第十九条规定；四、为第36条第一项规定对其运作风险投保责任保险；五、违反第39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或依同条第三项所定办法中有关应变器材侦测与警报设备之设置、构造、操作、检查、维护、保养及校正之管理规定而污染环境；六、违反第41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违反同条第四项规定且污染环境，未依同条第五项规定负责清理；其经主管机关依第45条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令其限期清理，且其不清理。第五十六条，为依第30条第一项规定取得登录核准而制造或输入新化学物质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即其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处罚；经二次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停工停业或退运出口。为依第30条第一项规定取得登录核准而制造或输入既有化学物质者，或为依同条第三项规定申报者，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即其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处罚；经二次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停工停业或退运出口。违反依第31条第一项所谓之付款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即其未完成改善者，得废止其登录核准。该因化学物质及化合物及其成品制造或输入者，应与回收销毁，必要时主管机关得代为回收销毁并
收取必要之费用。违反第30条第5项锁定办法中有关登录制造或输入进行登录期限、共同登录方式、登录后化学物质资料之申报或增补文件保存方式之规定者，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处罚；经二次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提供停业或退运出口。第57条，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依第44条第1项、第48条第3项规定所为之场合命令、抽样检验或封存保管者，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第58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停工或停业；必要时，并得勒令歇业、撤销废止登记或撤销废止其许可证。一、依第9条第1项、第40条第1项或第41条第5项规定，有记录申报保存或报告义务而未记录申报保存或报告，违反第13条第2项或第3项规定，未申请登记而擅自运作；三、违反第17条第1项、第18条第1项、第21条第1项或第35条第1项规定；四、违反依第36条第2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保险标的、保险契约项目最低保险金额、保险内容及文件保存之管理规定；或违反第37条第1项规定，为积极预防致发生事故，未指派专业应变人员或委托专业应变机关购；五、违反第39条第1项、第2项规定，或依同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应变器材侦测与情报设备之设置、构造、操作、检查、维护、保养、校正记录频率、连线及记录保存之管理规定；六、违反依第40条第2项规定，或依同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运送时之标示、安全装备、事故处理之管理规定；七、违反第44条第3项规定，许可证检测类别，或依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应具备之条件、设施、检测人员资格、在职训练、检测许可证有效期限资料提报及执行业务之管理规定。第59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命其停工或停业；必要时，并得勒令歇业、撤销废止登记或撤销废止其许可证。一、未依第8条第4项规定核准擅自运作，违反依同条第5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核可、核补、换发、变更之管理规定；二、依第9条第2项锁定办法制作或申报之记录表，其内容或可是有缺漏，经主管机关命限期不正而届期未完成补正；三、违反依第9条第2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记录申报频率方式保存之管理规定；四、违反第10条之释放总量管制方式运作；五、违反第11条第1项规定；六、未依第13条第1项许可证所列事项运作，或未依同条第2项、第3项登记事项运作；七、违反第13条第4项未经核可而擅自运作或依核可事项运作；八、违反依第13条第5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许可登记、核可、核补、换发、变更之管理规定；九、违反依第17条第2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容器包装运作场所、设施标示与安全资料表之制作分类、图示内容、格式及设置之管理规定；十、违反依第18条第2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之资格、训练、设置等级、设置人数、执行业务代理变更之管理规定；十一、违反依第23条第1款锁定办法中有关政府机关或学术机构管理权责、用途、设置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运送记录制作、申报与保存年限、标示储存、查核之管理规定，或依同条第2款之管理方式运作；十二、违反依第35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之制作、内容、提报及实施之管理规定；十三、违反第37条第2项训练再训练或未保存训练记录之管理规定；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等级、人数、再训练、训练记录保存、登载之管理规定；第38条第1项未组设联防组织；第2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联防组织应辅助事项、申请计划提报有效期限、变更训练及查核之管理事项；十四、违反第40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运送表单之申报与保存、携带文件之规定。第60条，违反第21条第2项或第
28条第二项规定，贩卖或转让之邮购电子购物经营者或其他提供交易平台者，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第6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命其停工或停业；必要时，并得勒令歇业、撤销废止登记或撤销废止其许可文件。一、违反第24条第二项规定；二、违反第25条第一项未经合可擅自运作或未依合可事项运作；三、违反依第25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合可核补换发变更之管理规定；四、违反第26条第一项会议同条第二项锁定办法制作或申报之记录表，其内容或格式有缺漏，经主管机关命限期补正而届期未完成补正；五、违反第26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记录申报频率方式保存之管理规定；六、违反第27条第一项或第28条第一项规定，其违反第27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容器包装运作场所、设施标示与安全资料表之制作、分类、图示内容、格式及设施之管理规定；八、违反第29条准用第十八条第一项或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之资格训练、设置等级、设置人数、执行业务、代理变更之管理规定；准用第23条第一款锁定办法有关政府机关或学术机构管理权责、用途、设置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运送记录制作、申报与保存年限、标示储存查核之管理规定，或依同条第二款之管理方式运作。第62条，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违反第18条第二项、第23条第一款及第29条准用该二条锁定办法中有关训练及执行业务之规定者，处新台币4,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锾，必要时得撤销或废止其合格证书。第63条，依第44条规定，传额之毒性化学物质、关注化学物质、其他应登录化学物质或有关物品，依传额结果为下列处分：一、有违反本法规定之情事者，其物质或有关物品得没入之；二、封存之物质或有关物品，经认定得改善或改制其他物质，届期未完成改善或改制者，得没入之。第64条，依本法通知限期改善申报或改制者，及改善申报或改制期间，除因事实需要且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外，不得超过30日。第65条，本法所定之处罚，除另有规定外，在中央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为之，在直辖市由直辖市政府为之，在县市由县市政府为之，本法之停工或停业、撤销废止许可证、登记合格文件之执行由主管机关为之，勒令歇业由主管机关转请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之。依本法处罚还者，其额度应依违规情节裁处，其裁罚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66条，违反本法义务行为而有所得利益者，除应依本法规定裁处一定金额之罚锾外，并得于所得利益之范围内予以追缴；为他人利益而实施行为，致使他人违反本法上义务应受处罚者，该行为人因其行为受有财产上利益而未受处罚时，得于其所受财产上利益价值范围内予以追缴。行为人违反本法上义务应受处罚，他人因该行为受有财产上利益而未受处罚时，得于其所受财产上利益价值范围内予以追缴。前三项追缴由为裁处之主管机关以行政处分为之。所称利益，得包括积极利益及因支出而未支出或减少支出之消极利益，其核算及推估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67条，人民或团体得虚名事实或检具证据资料，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检举违反本法之行为，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对于检举人之身份应予保密，且向检举经查证属实并处以罚锾者，其罚锾金额处达一定数额时，得以实收罚锾总金额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奖金奖励检举人；且向检举及奖励之检举人资格、奖金提充比例、分配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
第八章负责第六十八条，未经公告为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前已运作者，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后，运作人对于依规定应申报、提报或办理事项，应于公告规定期间内完成相关事项，并依本法取得许可证完成登记或取得合格后，使得继续为之。第六十九条，依本法登录之化学物质资料应予公开，但涉及国防或工商机密，经中央主管机关依职权认定应予保密，或经制造或输入者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保密，并经核准者不予公开。前项不予公开之资料有效力情形之一，经中央主管机关依职权认定者不在此限。一、对公益有必要；二、为保护人民生命身体健康有必要；三、经制造或输入者同意，依本法所谓之审查、查核及抽样检验涉及国防或工商机密者，应予保密。但有关化学物质之名称、物理化学独立分类标示及安全相关资料不在此限，申请中央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提供前三项规定所定之政府资讯，适用政府资讯公开办法之规定。第七十条，运作人应将主管机关核准之许可证、登记文件或合格文件，依本法申报之资料与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及环境检验测定机构之证号资料，公开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网站，各级主管机关等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网站，公开对运作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环境检验测定机构查核处分之个别及统计资讯。第七十一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与运作人申请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运作许可、登记或合格时，应依防治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必要，要求运作人申报运作场所、卷卷厂及内部配置图，其运作经审核通过者，并应将运作场所、卷卷厂及内部配置图付之消防机关。第七十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主管机关得予以奖励：一、运作人连续十年未违反本法规定；二、致力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之危害预防及有关设备改善绩效卓著；三、发明或改良降低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制造、运送、储存、使用时所产生危险或污染之方法，组织推广。前项奖励之适用对象、评选奖励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七十三条，运作人应登录申报人或其他义务人违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权订定之相关命令，而主管机关疏于执行时，受害人民或公益团体得续名疏于执行之具体内容，以书面告知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于书面告知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仍依法执行者，受害人民或公益团体得以该主管机关为被告，对其怠于执行职务之行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执行。行政法院为前项判决时，得依职权判命被告机关支付适当律师费用、侦测鉴定费用或其他诉讼费用，与对防治化学物质污染环境有具体贡献之原告。第一项之书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机关会上有关机关公告之。第七十四条，本法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七十五条，本法除第七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及第七十二条自公布日施行外，自公布后一年施行。宣读完毕。发言会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现由民进党党团提出文字修正意见，将第三十八条第一项末句辅助前项事故发生时修正为辅助事故发生时。请问院会针对方才提出的文字修正意见有异无异？做一下就照所提意见做文字修正。决议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名称修正为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并将条文修正通过。报院会，本法条次及条文中之条次如有不一致情形，授权议事处调整，继续处理。审查会及党团协商
首座致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审查会首座附带决议五项：一、针对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修法之前，因为没有关注化学物质的分类，所以有食安疑虑之物质，是以列入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的方式来管理。原建请中央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应于本法修正完成施行后一年内，重新检讨目前列入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管理之化学物质，是否需列入前三类毒性化学物质管。来管理或列入关注化学物质来管理。二，在我国国内运作之化学物质种类达数万种，然目前系分由各相关部会依权责及化学物质使用目的，个别订定法规进行管理，尚无一部专管法令对化学物质有一致强度管理机制，不仅对化学物质管制强度不同，亦导致部分化学物质无权责部会管理，原为补强现有各相关部会与化学物质管理强度的差异与流向断点。中央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应于本法完成修正施行后一年，提出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法案及本法之配合修订案，送交行政院审查。三、化学物质之运送常伴随众多风险，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应着手研讨化学物质运送车辆之及时追踪系统资讯公开之可行性，并于本次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公告后一年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报告。四、学术机构为台湾运作管制化学物质之大宗，且该等机构为进行学术研究常使用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有害化学物质，该学术机构之所有人员有必要知晓该等物质运作状况，并有管道参与该机构之运作管理。原要求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于本次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公告后一年内，修正学术机构运作毒性化学物质管理办法中关于运作毒性化学物质之学术机构设置管理委员会之规定。五、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应建立各运作人运作化学物质之名称、数量、储存位置等资讯，以供危害应变之用，并掌握化学物质运作流向，强化化学物质之管理机制。协商结论所作附带决议三项：一、为掌握及了解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辅导毒性化学物质之污染改善情形与成效，遇有相关毒性化学物质污染事件时，主政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于年度终了或污染改善至相当程度后三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报告。二、各类火灾、爆炸、毒性化学物质灾害、生物病原灾害及辐射灾害等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应督导所辖管政府机关或学术机构加强复合性灾害应变准备等相关事宜。三、按毒性化学物质及经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关注化学物质，其相关运作人应检送完整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报请地方主管机关备查，并依该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内容实施。中央主管机关既负有监督辅导地方主管机关管理业务之权责，应负起辅导地方政府具备紧急应变能力以及监督考核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之责任，故包含地方主管机关备查作业之实施，以及中央主管机关应给予之协助等所需注意要项，应严定指导原则或指引，并针对后续地方主管机关执行有关临场辅导测试及演练等，除提供地方主管机关资讯及人力协助外，应以办法明确规范中央主管机关监督考核之责任，以确实督导业者落实危害预防及应变计划之执行，有效降低事故风险。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刚才所宣读审查会及党团协商所作之附带决议有异？无异，决定照案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之后，由委员登记发言。首先，我们请吴委员预请，时间两分钟。院长还有各位同仁，午安。感谢今天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修正通过。那让政府可以从源头管理化学物质，补强了中央跟地方正在推动的食安五环的政策。在我国，其实在使用物质化学物质高达数万种，目前都是由各部会各订定相关的法规管理。
为了要强化化学物质管理的横向联系，这次修法特别要求了行政院设立的国家化学物质管理汇报，以强化各部会管理的一个协同工作。那其次呢，为了强化化灾的环境事故的应变，本席还特别要求在修法过程中增列了事故预防及紧急应变的专章，整合毒性化学物质及具危险危害性关注化学物质业者应办理相关的一个预防跟应变的一个措施，以强化政府部门跟业者对于化灾的重视及处理的能力。今天三读通过的毒管法，虽然已经扩大关注化学物质的一个纳入管理，但尚未涵盖一般性化学物质的一个管理啊。本席也特别要求环保署应该进一步的研议一般化学物质管理的相关法案，以完整来帮使我们我国的这个化学物质管理的法令更增完善啊。最后我要感谢在修法过程中我们卫环委员会的同仁们，还有我们环保署还有化学局的同仁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啊，让这个法有大幅的一个修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委员，下一位请刘委员建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我想今天要来修订这个法，最主要还是希望，国人免于在整个毒性化学救灾过程里面，生命受到危害，身体受到整个身体受到危害，生命受到这样的一个消失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才会今天的提案来修正相关的有关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的部分条文。我想在一个历史的背景里面，2018年4月28日，桃园建鹏公司大火，因厂内存有大量的柴油及腐蚀性的化学物质，造成救援的困难。那最终也造成两名外劳及六名消防弟兄的死亡，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惨剧哈！甚至还有一名弟兄重伤。所以，原职内政部组成专案调查小组，全面制度检讨及检视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也更名为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来做相关的修正。内容包括新增的关注化学物质，分级扩大列管数量，并增列事故预防及紧急应变的这样的专章。那强化列管化学物质运作的业者的应变的整体的量能。那本席在第六条的修正的部分是针对原毒管法基于能力考量的委托机关团体办理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化学物质之研究人员训练及危害评估预防有关事宜，为求严谨完备，我提案授权主管机关的对这些机关团体进行认证，借此强化机关团体在应对毒化灾死的能力，也感谢获得立院的同仁的支持，照案来通过。那最后我要感谢立院同仁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审查，大家都非常的用心，也希望我们因为这个法律的修正之后，可以免除国人在整个毒性化学物质的救灾过程里面得以得到更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不要再有悲剧再重演。谢谢。谢谢李委员。发言会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12月25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并请各党团干部于12月24日星期一下午1时至议场3楼进行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等案之协商。现在休息。